不好意思，老板，好，谢谢。好不好？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是不是这样？张腿直接点，你是这样。不好意思哦，嘿，我们要正式开始开会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我们已经到两点了哈，那相关的与会的官员也都到了哈，在列席。那我们现在正式宣布开会。那么先请议事人员来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增列议程报告事项，邀请国防部部长高广齐率宪兵指挥部指挥官、法务部部长罗英雪报告宪兵非法搜查事件，并被质询。宣读完毕。好。我来介绍与会的立法委员跟官员哈。那么早上其实介绍过了，我再补介绍一下哈，就是罗志正委员、江启臣委员、哈王定宇委员。那今天来列席的国防部的名单有我们部长哈，高部长，还有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朴尚将，还有政务办公室常务次长王信龙中将，还有政务办公室主任梅家树中将。法律事务司代司长林纯梅女士，法律事务司人权保障处处长沈世伟少将，政风室主任古家鄂先生，宪兵指挥部指挥官许昌中将，是，谢谢，好，合计九员哈。那哦，那另外我们今天的提案里面还包括法务部的列席名单，有常务次长谢荣盛谢次长，谢谢。还有主任检察官张慧卿检察官，好，谢谢。好，是我们今天的临时提案，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哈。今天早上本来是我们的外交部业务报告以及马英九总统出访的九安专案的部分，但是在上周末到今天为止呢，发生了我们自己所说的这个宪兵非法搜查的事件。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国防部不止我们的宪兵司令部有新闻稿，国防部也有新闻稿，再加上今天中午我们的行政院张善政院长也提出了他的一些声明哈，跟他的记者会的报告。那为了回应社会大众对于我们现在发生这样的事件的一个影响，所以特别提了这个报告，我们也请法务部过来列席。那当然呢，这件事情的本身哈，它是一叶知秋，还是说过去呢大家都疏漏掉了，还是说在法律之间呢有一些漏洞，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为什么会发生媒体非常关注的违反人权以及违法搜索的案件？其中还牵涉到所谓的白色恐怖时期的一些文件资料等等这些，所以为了回应大众的这个质疑呢，我们今天这个本委员会就用增列报告的方式，请国防部以及列席的法务部呢来做报告事项。那等一下呢，我们就先请我们的国防部高部长就今天的宪兵非法搜索事件呢做一个报告。那等一下如果方便的话，我不晓得法务部可不可以就这个部分呢先做一下简单的报告好吗？来得及吗？因为你们今天早上在司法法制委员会里面也有就这一案提出你们的看法，那现在在我们手头上并没有这个书面资料，我知道比较急一点，所以是否请法务部可以稍微准备一下好吗，也做一个几分钟的回应的报告，譬如说就这个刑事诉讼法等还有侦查程序等等这些，做一下法务部的基本的立场好吗？好，那我们现在就先请国防部高部长就本案先做报告，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先进，今天要到大院委员会就宪兵非法搜索事件进行报告，对此一事件引发各界议论与纷扰，并劳大院委员关切，本人首先在此向各位委员表达歉意。国防部秉持依法行政的原则，各项国防事务的推动均以法规命令为依据，凡事务求合法、合情、合理。鉴于防范机密外泄，本部积极强化内部机密的维护的措施与外泄资讯的查证。此次国防部相关案卷被公布于网络拍卖，为救民外流资讯的向量、管道及其机密等级，
本部依程序实施了一个调查，此期间或因执行人员沟通说明不足导致误解，本部将引以为戒，就全案调查过程深入检讨，持续精进。接下来我们请今天的议题，我请政治作战局文局长向各位委员实施专报，敬请各位委员指导。宪兵非法事件专案报告，报告单位国防部，目录暨案情摘要等事项依序获报。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非常感谢大院特别安排本部就宪兵非法搜查事件实施专报，希望借此报告能让大院各位委员了解本案实际的经过，并对各位委员之关心与指导表达诚挚的敬意与谢忱。案情摘要：一、本部前于105年2月19日查获魏姓名人于雅虎奇摩拍卖网个人网页，以白色恐怖、国防部检举机密文件为标题，网拍民国67年5月2日67进入至5990号公文，陆军林姓中尉上院长请求赦免案签呈，以及刘某一案签呈等三份 国军机密公文原件，衍生机密资料外泄之余。二、审视未明网拍资料内容、刑事要件标示为密与机密等级，应属秘密事项，且为本部产制，基于机密维护之职责，以及考量网拍文件涉及相关人员各资及立案实施行政调查，厘清机密公文外流管道，同时通报台北宪兵队侦处调查情形。一、台北宪兵队及军事安全总队基于2月19日晚间电话约晤魏明于芦洲捷运站会面，并由宪兵同仁出示身份，协请魏明协助调查获允。二、因魏明坦诚持有并贩卖该文件，罪依刑事诉讼法第131条第一项规范，经魏明签具自愿受搜查同意书之后，是由台北宪兵队专人陪同魏明返家，由其自行取证，续至该队制作讯问笔录，去21时35分结束，全程并无非法搜查及违法取供情事。三、由于魏明主动提供持有之国军机密文件以及本案相关资讯线索，本部为追查外流机密文件之确实数量及流向，遂派员于3月1日接洽魏明，希望协助国军厘清真相，并依相关奖励规定签发魏明奖励金新台币15000元整，为遭婉拒。四、初审民国67年5月2日67进入至5990号公文，陆军林姓中尉上院长请求赦免案签呈，以及刘某一案签呈等三份机密公文原件摘次。一、民国67年5月2日67进入至5990号公文，民国67年5月2日签办，列属机密级之公文，系事实国军官兵反映防谍现情，是由前总政战部政事处等单位实施调查，陈明当事人为清白。括弧二、刘某一案签呈，民国52年9月17日签办，列属密集之公文，系事实国军官兵反映防谍现情，是由前总政战部政事处等单位实施调查，陈明当事人为清白。括弧三、陆军林姓中尉上院长请求赦免案签呈，民国63年1月16日签办，列属机密级之公文，系林姓中尉屡次申办退伍未果，遂上书行政院长请求国防部准予退伍。陈复事项：一、收藏持有与公开贩售是不同的行为，魏明贩售所获得公文资料系属机密文件，有涉法之嫌，理当主动送交公文党、文档产制单位或警方处理。魏明公开上网标售之行为极不足取，亦有涉法之余。二、针对本案造成社会各界关切与议论，本部深致歉意，全案若有违法或违失，本部将秉持依法行政及勿枉勿纵之严谨态度，检讨相关人员违失责任。三、鉴因魏明协助调查期间均能主动配合，有助厘清案情，且行政调查过程希望能透由魏明尽速厘清资料取得的管道，
故依陆海空军奖励条例第十二条第十项颁奖，核发未明奖励金新台币15000元整，违招婉拒，期间并无阻却未明自由意志及要求封口等情。结语：国防部所属宪兵单位具有维护部队军风纪以及协力社会治安与元首、特种、勤务、维安等多重面向的功能，本部将依循民主、法治与人权的原则，就宪兵专业职能持续精进，其发挥应有效能，另就机密资讯存管与文案卷管理，本部应当检讨研磨具体策进的做法，以严肃纪律维护机密资讯安全。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导，谢谢。好，谢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法务部谢次长来做一下简单的口头补充报告？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法务部呢，就这个事件呢，做一个简单的口头补充说明。这个案子呢，是不是牵涉到违法搜索的部分？那这个案台北地检署，他现在已经分案在调查中，会不会构成这个刑事责任啊？就有关的刑事责任怎么样子呢？我相信在具体个案里面，台北地检署这边呢，他会深入的去了解、去调查。那有关你呢，我这边就补充说明一下，有关你们在刑事诉讼上的规定，有关你这个搜索的这个搜索的这个主体的部分，那当然在依据刑事诉讼229条到231条，有关你这个宪兵队的长官、士官还有宪兵，他们都是具有司法警察的身份啊，可以协助侦查犯罪有这个职权那另外呢，在诉讼法里面有关你实施这个搜索的这个程序上的规定呢，在刑事诉讼啊122条、128条、128条之一第二项，还有130条、131条、131条之一呢，都有这个搜索的程序规定。那这个呢，简单来讲呢，在搜索的部分，它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有令状的搜索，就是要经过检察官向法院由法官呢核发搜索票来这个搜索。那另外呢，在这个130条、131条有规定到没有令状的搜索，那一个是关于这个附带的搜索，那就是检察官呢，他对被逮捕的被告，他如果犯罪嫌疑执行羁押又羁押的时候呢，没有搜索票，他可以搜索他的身体，还有随身携带的物件，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或者其他可以立即触及的这些触所。那第二个是关于进行搜索，这规定在131条第一项。那第二项呢？第二项是关于紧急搜索，就是没有搜索票，但是呢，他有一些具体的条件，在131条这个规定的情形之下呢，他可以来进行这个紧急搜索。那本案比较有争议的是关于这个同意搜索的部分，这个规定在131条之一。那这个规定条文是这样子：他经受搜索人处以自愿性同意者，得不使用搜索票，但执行人员应该出示证件，并将其同意的意志呢记在笔录。那这个在法院呢，这个最高法院呢也有一些判决。那所谓同意性的搜索，那当然要看这个实际的情形，就是这个被搜索人他本身不能够有受到任何强迫、诈欺或者这个利用等等这些明示或者暗示的违反被搜索人他任意性的这个自由。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他才算是同意。在这个最高法院的几个判决也认为，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审查他是不是同意呢，要有几个标准来审查所以这个具体案件将来，我相信我们台北地检署呢，他会深入去了解当时的这个情形做一个很详细的调查以上补充报告，谢谢。好，谢谢国防部还有法务部刚刚的报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询答。那么按照往例呢，本会的委员询答时间是10+2分钟，那列席委员是8+2分钟那在下午3:30的时候呢，发言登记截止。好，第一位我们请王定宇委员。我们先请那个法务部谢次长。委员好，市长，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根据国防部的说法，这三份公文有民国67年、63年、52年。那我们政府在2003年的国家机密保护法公布实施2年内，如果没有重新去认定的，视同解密。而在这个法里面的第11条，绝对机密是30年，不得于30年；机密是不得于20年，机密是不得于10年。所以我只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三份公文还算不算机密文件？那我想这个时间有限，尽速回答，就是还是不是？不，因为这个呢，这个机密呢是国防部他们这边有没有经过再核定的程序？那这应该由国防部这边。他如果没有再核定，我这样讲好了、如果没有再核定，这三个公文根本就已经解密了嘛？啊，那照国家机密保护法的规定，变成就没有再核定，就是变成没有再核定就解密。好，你请。那条文里面有明白规定。好，我们请高，请部长哈，高部长。来，次长你请回哈。委员好。部长，我也一样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这三份公文，贵部有没有重新核定机密？我们现在是在审认这三条。有还是没有？2003年公布这个国家机密保护法的时候，这三份民国52年、民国63年、民国67年的公文，你们到底有没有再核定它是机密？没有，没有。所以根据该法务部次长的讲法，这三个公文根本是历史文件而已，根本不是机密，对还是不对？因为我们要了解、对还是不对嘛？它已经不是机密了，嗯，它已经解密了，是它就是一个一般的文件了。它不是机密的话，前面刚才你们那个报告书讲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是根据办机密在做报告的。可是该国家的官在这边讲了，法务部次长说了、如果你没有再核定的话，它视同解密啊。那你们也事实上，也许不在你的任内，并没有再核定啊。所以这三份文件充其量是一个历史文件，它不算机密公文，对还是错？跟委员报告，他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在看这个网络上的时候，并不知道它里面的详细的内容，所以他们想要了解到说这个整个的文件是怎么出去的，怎么办案的，我待会还要问你。但是这三份文件，现在我们可以在这个国防委员会里面确认，它是一个历史文件而已，它不是机密文件，这样讲没有错嘛？部长，错不见得是你犯的，我觉得我们就诚实面对这个事情，这是一个悲剧啊，这是一个国家机器愚蠢到犯的悲剧啊。你没有必要去搬这些错误的事情再去问过是非，这没有必要。连你们院长都说错了，所以这个根本不是机密，没错吧？按照现在讲的话，它应该不是在机密的等级里面。好，那我现在请问你，这一个去办这样的机密文件，不管是白色恐怖时期或者60年代，发动单位是不是我们的政治作战局？应该是政战局下面的保防安全处，所以应该是政治作战局去发动的。宪兵是一个调查的执行的单位，我这样讲没有错吗？情资的来源可能是从情资你们有线调组很多来源，但是发动的单位是政治作战局，没有错吧？我们提供他们了解到这个之后，要求宪兵司令部侦处，他要求他办的嘛？对。现在是2016年呢、你们还得把自己的单位当警总在办呢、我们没有把单位当警总，所以发动的问政国局长，今天行政院长说他讲了三段，第一个决策带商榷，讲的是不是政治作战局，不管是局长还是下属单位，讲的是不是他们？今天你的院长张善政讲了三个，决策带商榷，民众在家中用宪兵去办是不妥适的。第三个，应该检察官指挥，你们院长讲的带这三段论。第一个，决策应该是政治作战局，所以我请问部长，拔掉主观管，是不是从政治作战局开始？我们会按照我们的程序来做这个检讨。不是，不是嘛？你现在要向你现在在委员会里面要向我们报告。没有问题了，跟委员报告，一个是我们总政治作战局里面他是怎么做成的这个决定的。第二个就是宪兵在执行这个任务上他有什么有一些什么缺失或过当的地方，或调离的范围是包含总政治作战局的局长。是这两块，是这两块。好，这是这个部分。第二个，你知道这里面让民众觉得愚蠢又可笑的地方在哪里？
你们把他约出来了，把他约出来了，叫上你们宪兵的车子了，再回他家里面了，要拿东西了，叫他签个自动让你们搜索，然后三月一号再约到便利超商说你表现良好，我付你15000块。网拍，你知道这个网拍价格多少？部长，你知道他三份文件，你们如果真的上网哈，自己去登录跟他买，你知道买一份多少钱吗？3000块。你们发给他15000哎，所以我要请教宪兵这边执行的单位哈，到底这个魏姓民众对你们当时在侦办的时候，他到底是嫌疑犯、被告、县民、证人，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他是什么身份？在三月一号以前，这位魏姓民众他是嫌疑犯、被告，还是你们的证人，还是你们的县民？他到底是什么？没有，各位委员报告，他们当初只是想说，他是不是确定游泳这三份的文件？不，光确定就可以领15000块啊？不，那是事后。各位委员报告，这是两回事。他不只是这样，他去他家拿了东西要走了。这个民众是上了宪兵的车子，你们不是单纯的询问，你又不承认是钓鱼，我也说好你不是钓鱼。我现在只问你，在他那个阶段，魏姓民众对我们的宪兵队来讲，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他只想了解他是不是拥有这三份文件。宪兵可以随便去看你怎么有没有拥有这三个文件哦？因为他在网络上已经公开讲说他要在贩售，所以他已经知道有这三份文件了。我们是想了解他是不是确定有这三份文件。那我们有一个程序哈，根据刑事诉讼法71条或71条之一，我们可以传唤呢。难道就是我们要检查？难道我们宪兵具有司法警察的办案方式，跟调查局跟警察都不一样？不用传唤的，是约到咖啡厅假装买普洱茶，然后事后还可以送他15000块啊？不，他当年的用意只是想了解到他是不是确实有这三件。那了解了就跑人家家里面去了？没有，他们是在外面跟他谈，谈完以后，并没有要做任何的搜索或所有的动作。那三份文件，是因为在那三份文件怎么跑到你们那里去的？后来，因为他自己跟他谈的之间，他愿意把他交出来。他被你们感动了，他觉得你们讲得太好了，就是要把这三份文件送给你们。报告委员，这个你信不信？你现在讲的这个东西的？我没有看到整个录影带，他是有录影的。部长，军中历练你已经那么多了，是的。你刚才自己讲那段话，你自己信不信？我这里面宪兵跑来问我，然后我就被感召了，我就把这个文件就送给他，让你拿回家。然后宪兵的军爱民民进军就发了15000块来超商里面再送给他，讲给鬼听啊！鲍委，这个我们宪兵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有做录影存证的，这个我们交给台北地检，我们可以把它该法办就去法办，对，不要护短。我们会接我问宪兵这边了哈，你们发15000给他也好，约他吃来喝茶也好，这个魏姓民众对你们来讲到底是什么人？在法律的关系上，他是什么？他是被告、嫌疑、关系人，他是什么人？鲍委员是嫌犯，他是嫌犯，没错嘛。所以部长他讲是嫌犯啊。他是嫌犯，他不是莫名其妙找一个人，我要了解他家有没有那三份文件呢？是嫌犯啊。然后去到他们那边，说服了，威逼了，或者让他恐惧了，至少当事人说他恐惧了，把文件交给你们，签了同意被搜索的这文件。既然是嫌犯，你们为什么后面要给他15000块？我们没有给他15000块钱。那15000块是什么东西？鲍委员，对不起，我是侦探局局长，这部分我来跟委员说明。请说，来，时间有限，快点。是，这15000块是当时我们是希望他能够提供我们看这个文件的获得的来源。那是三月一号嘛？三月一号。你们去找他的时间是几月几号？2月19号。2月19号嘛，哈。是。所以你三月一号去找他，是觉得他提供这文件行为非常可取，奖励他15000块。鲍委员，这个跟刚前面那个是两回事，没关系的事情。是另外的文件，是另外的事情。我们是希望他看看局长能够。如果你们要掩饰一个谎，要讲更多的谎，不是我后面还一堆委员要问。是，你确定你回答得完吗？鲍委员，我确定我们是要想要了解他的。你知道你们在呈现一个情形是，有一个嫌疑犯，这个人叫嫌疑犯，我2月中弄完了，3月1号拿15000块，谢谢他合作。全世界哪一国的嫌疑犯可以得到这么好的待遇啊？你。我还有2分钟嘛，哈，
你讲这个故事哈，检察官不要信，社会也不会相信，对你们国防部来讲止不了血。这一万五千块为什么约在超商给人家？你们执行的公务的场所是在超商吗？包委员，这个是我们在执行一个溯源的工作，所以我们刚跟所以你们溯源会用奖金给人家？这个是我们刚刚跟委员报告，我们就是想要了解他这些来源数量跟他的流向，我们希望他能够协助我们提供这些相关的讯息。但是所以你们有经常性的在做这样的事情，经常性的在发一万五千块，没有经常性的溯源，经常性。我现在去超商看到有人坐在那里，也许不是在卖房子的、哦，可能是你们哦。有吗？有没有经常性做的事吗？没有，没有嘛。是，这五年内一次吧。是，五年内这么一次。我们目前也碰到、这个、好，刚好是刚好宪兵跑去他弄了三份文件，刚好我们总政治战局三月一号就发了一万五给人家，好，刚好这几年都没有，就这么一件。部长，你听得下去吗？包委员，这个我们必须把这个事情啊跟您报告，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们是为了这个文件的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就很单纯，部长，这个、文件的问题，你还搞不清楚这问题的严重性。我知道严重性啊，这个牵扯到宪兵，去协助做司法警察范围，不包含民人、民间，你们院长都清楚了，你讲不清楚，我清楚。你让宪兵去动到老百姓，报告委员，他当年今年是民国几年啊？他当年只是想了解，他是 不是了解，你们了解到出包了，还拿一万五要封人家口嘛？整个出事情才会要拔掉主观管嘛？这事情不像你讲那么云淡风轻，我没有讲云淡风轻、啊这个。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的宪兵去直接对我们的老百姓做了不该做的侦查动作，事情就这么简单。这个叫做白色恐怖啊，这个叫违法乱纪。检察官在办以外，这个事情是我们政治上不能容许的倒退。所以部长，我敬重你，我尊重你现在作为一个部长的职权。当你们院长要求你就决策带商榷，民众在家中持有民间的案文件，不要再讲这文件是机密了，一开始讲清楚，文件已经不是了，它是历史文件的时候，宪兵的执行层面，最后一个检察官要去指挥而不是宪兵，这所有该惩处的，从总政治战局一直到我们的宪兵单位都要负起责任。然后我时间到了，我没办法再问，我就问你，文件现在在你那里吗？在部里面，在部长那边吗？不是，在我们国防部里面，在审任间已经解密了，可不可以各印一份给我们委员会的委员？已经解密了，不要让网络在谣传什么这个是文件那是文件，把你掌握的东西报我们委员会，可不可以？我们回去检讨，是可不可以？是，他解密了，只要法务部认为解密的话，我们国防部认为解密的话，我们已经随案移到地检署了。解密的文件，他是要办你们，不是办那个文件，搞不清楚状况。你那个文件报我们委员会。好，我们请第二位吕孙宁委员来做质询。主席，有请部长。委员好。部长，这三份文件在去年的九月就已经上网拍卖了，那这里面的案号还有内容都在网络上面公布的非常清楚，我想部长你应该很清楚这个状况吧？你清楚吗？我现在很清楚。啊？你现在才清楚？是。好，你今天早上你的保安处副处长说，今天的文件已经不属于机密了，所以部长，你确定已经解密了吗？你确定了没？确定了没？确定了。你确定解密了哈？嗯。好，既然解密了，为什么还要采取逮捕、搜索、扣押这种残害人权的手段，只为了取得这些文件？
已经解密的文件。那委员刚刚报告过了，当初我们在网络上看的，并不知道它这个里面的性质。所以你知道这些文件是已经解密的状态，那你还用这样的手段去取得这些文件，你知道这个当事人他痛苦和恐惧吗？你能理解吗？我们当初只是想了解到这个。没有，我只是在问你，你能理解吗？我可以感同身受啊。好，你能感同身受，部长。我今天手上有一份被害人，不是被害人，当事人所签的声明稿，我现在念给你听，让你感同身受一下。魏先生委托施家政律师代本人宣读此声明。我只是个平凡的百姓，却遭受到公权力莫名的迫压。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不断地表示我很害怕，我很恐惧，但是没有人能够听到我的恐惧。我害怕我的家人受到无辜的波及，所以我只能照着他们的指示。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下说我犯罪，一下又给我奖励金。我被这件事情搞到只能吃安眠药入睡。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个国家怎么了。我很感谢全国的同胞对我的关心，也谢谢许多立法委员，尤其是吕尊林委员给我最大的协助。我与我的家人真的很希望尽快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我希望回到正常的司法程序，不要又再有人受到这样子的对待。部长，你能感同身受吗？你能感受到他的痛苦吗？我可以感受得到。好，我要求你跟魏先生还有他们家人还有全国同胞道歉。我们已经开始就表达，请你道歉。我们刚一开始，请你道歉，我是要求你道歉，要求你本人。针对这个事情啊，如果造成他的一些不安或怎么样，或对国人的一些这个纷扰或不安，我代表国防部道歉。好，谢谢你。再来，我想问你这件案子有没有检察官指挥侦办？有没有检察官指挥侦办？没有。好，没有。那是你们县指部主动侦办这件事情的吗？这个台北宪兵队是吗？这个侦办局他是获得这个讯息以后协调台北宪兵队来。所以是谁先获得这个讯息的？应该是侦办局。侦办局他怎么发现这个讯息？这个我们请报委员，我们侦办局反情报队他是在网络上无意之中发现到的。好，是，所以你们发现之后，是，请县指部过来。那你们在2月19号有召开会议吗？2月19号有。有没有召开要搜查这些文件的那个会议？我们召开了是一个协调会。协调会是。好，那2月19号当天在芦洲分局，不是芦洲捷运站的发生的状况，你要不要说明一下？整个状况，你们怎么跟人家约，然后怎么样去包围人家？你自己也不清楚状况吗？不是，包围人这个部分的话，你自己也不清楚状况吗？是，公务员。好，没关系。我再问你，我告诉你，当时有6个人去包围这个魏先生，你知道这6个人是谁吗？目前我所了解是，宪兵指挥部。全部都宪兵指挥部的人吗？你敢保证吗？还有2位保防的人员。保防人员。对。好，保防人员是属于宪兵指挥部的人吗？不是。不是。好，所以他们不是司法警察，对不对？是。好，那我想请教法务部次长。但是我跟委员报告，他们并没有包围，他们是在。你不用解释。哎，委员好。次长，请问国防部除了宪兵之外，具有司法警察的人还有谁？我想这宪兵一般就在根据诉讼法里面229条跟230条这个规定呢，他本身呢就是有这个司法警察的身份。谁？就是这个宪兵。宪兵。宪兵。好，所以只有宪兵才有。哎，对。所以其他人没有这个资格。哎，没有。对吧？哎，对。好。那不具有司法警察身份的人执行侦查程序进行搜索逮捕，是不是触法？
这个变成呢，他这个因为他们本身呢、啊、是宪兵队他、在处理这个案件。我不是说宪兵队，宪兵队没有问题，我是在问你那两个政战局的人参与这样子的行动，他有没有违法？因为在搜索的部分呢、啊，因为我们在这边诉讼法里面的规定呢，应该由司法警察来执行。对，应该司法警察来执行。所以他们两个在执行这样子的任务，有没有违法？那我不知道他在好，那你回去查办这个有没有违法？那当然他在诉讼法里面规定他不能够执行搜索这个职务啊。那我不知道他在这个，但是他也有执行这样子的任务啊。是不是？这个可能要看他们在实际上着手搜索的时候，他们这两个扮演是什么角色，要看他这个情形。好，部长，谢谢市长。就这部分，我要求你回去清查。跟委员报告已经送到台北地检署了，我们也都有录影的。我现在在要求你，这个会非常的清楚。这个我们会如果有国防部的失职，我们依法依规定来办。好，你会就责。那当然，你一定会就责。是，好，部长，我想这件事情绝对不是第一件事情，不是第一件事情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希望它是最后一件，这样的承诺你可以做到吗？我们以后会针对我们的程序这些业内，我们会把它整个做精进，这个我可以承诺。好。感谢部长，谢谢你的备询，但是我要求你一定要把那六位去执行行动的人的身份调查清楚，给我一个交代。这个我们会把他当天的状况，只要不违反这个调查，这现在叫什么？已经送到侦查不公开的原则下，如果可以，我们就给您报告。好，还有刚刚王定宇委员要求你把这三份已经解密的文件，这个也是同样的，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全部印给我们。这个我们会再去协调检察官，如果可以，我们就印印嘛，好不好？我相信这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是的，你都已经说是解密的文件了。是，因为现在已经到台北地检已经立案侦查了嘛，所以我们必须要跟检察官先报告。好，感谢部长，谢谢。好，第三位，我们请江启臣委员。好，请主席邀请部长，还有我们法务部的次长。委员好，部长好。刚才两位前面的委员都其实问得蛮清楚的了啊。第一个，他不是机密嘛？这文件不是机密嘛？对不对？一开始的时候跟委员报告，他们在网络上看的时候，可能我们保防安全处啊，并不知道这个文件的。一开始不清楚，所以去了解啊。那了解之后，早上我记得在记者会的时候，你们的人说要拿回去判读，才知道是不是机密嘛？啊，但是根据相关的法令，我请教法务部次长。这个机密跟不是机密、解密等等的，是由谁来决定？根据我们目前国家机密保护法里面规定呢，它这个机密呢，应该就是由你这个机关里面认为这个它主管机关，主管机关来认定，对，他认定还要核定，有没有说一定的年限以后，比如说30年或40年，不管是任何东西，它就是解密的。它一般呢、像这个绝对机密，现在机密它分了三个等级。對，绝对机密，还有极机密，还有机密，那这三个等级它有保存的这个年限、最高到30年。但是我们国家机密保护法施行以后，就是以前核定的机密，你要再经过核定，如果没有核定的话呢，所以它这两份就是沒 就没有，这三份是没有被核定的嘛。我不晓得，这可能要看他们有没有再重新核定。刚才部长其实有提啦，所以基本上现阶段我们知道，它其实它不是，它并不属于机密文件了、已经变成所谓的历史文件，但是。关键是在于说，当初为何国防部你们在查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想要去调查没有关系，但是为什么不报请检察官？为什么？部长，这个如果报请检察官，其实你今天都没有事啦、啊。什么事情不会有任何争议啊？委员讲的是没有错了，对不对？这个事情有急到那种地步吗？就是你一定要即刻请宪兵去办理吗？他们初步的想法只是想先去了解一下这个案子，这个三个文件是不是在这个人的手上，在了解、这个。那这三个文件，我在问，是人家在网络上看到去跟你检举，还是你们自己主动在网络上发现说，哎？有人在贩卖所谓的机密文件，我们无意间可能发现到，因为无意间发现所有的这些军事的文件资料，只要有在外面，我们都要了解到。这几年来，这个是你们无意间发现的手中吗？还是以前也有发现其他的？那以前有去查有没有？这个案件，照他们讲说，他们是第一次发现到，其他的都是可能是在报章杂志有刊登过。所以你们也不清楚到底还有多少机密文件是流失在外面的。不，任何有在散失在外面啊，国防部都有责任啊，也有这个要去了解为什么会散失出去。照理讲，依照机密文件跟档案的保存，你们主管机关应该有责任，你应该很清楚哪一些文件是属于机密，它不见了，你立案追踪，对不对？那哪一些没有不见，全部保存的好好的啊？就算你发现了，你也不应该去怀疑说那是你们流失的文件才对啊。所以可见你们连档案都没有保护好啊，不然你怎么会不清楚？你怎么会去怀疑说这三件是你们流失掉的文件？为什么要去追？如果不是你们流失的机密文件，你去追干什么？我始终搞不懂。这是国防部的文件是没有错的，对。所以那我请教国防部还有多少类似这样子文件的流失？有没有？我们只要有发现，我们就会去了解。不是、啊、部长，有多少嘛？你应该很清楚，你应该知道说有多少文件我应该列管，而它不见了。哦，现在它可能被偷走了，它可能是怎么样子的原因不见了？我跟委员报告，现在在我们的档案里面是没有的，是没有的。现在很多是以往的，在档案法之前的很多档案，现在在外面流传的，所以这些都是在档案法没有档案法之前就已经散在外面了。是，然后刚好很幸运的。这一次被你们看到了，去把它追回来。那追回来其实也不需要用到这种手段呐、啊。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会检讨，对不对？所以我想请教的是，那谁发起的啦？就是谁发起？纯粹就是你们内部单位，市处这边吗？国防部的保防处这边吗？就是这边发起的吗？报委员，对不起，跟委员报告，就是这个资讯是我们侦探局反情报总队他们发现了，然后把这个讯息送到宪兵队，对宪兵队来处理，是。然后宪兵队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这样子。那因为如果说照理讲，你如果认为说他也不构成犯罪的话，那为什么你最后在搜索的时候，你还给他类似一个罪名，说他这个是什么？是泄露机密吗？还是什么？还是贩卖妨害秘密？妨害秘密是是是啊？为什么他又有罪？是你们是凭什么判断？我请教你们是司法警察，宪兵是司法警察，你本身的法律常识到底够不够？你宪兵里面有没有法律背景的人？有没有？报委员，有没有具有律师资格的人？来当你们的这些。判断啊，就是说你今天要指挥一个，你就算没有报请检察官，你今天指挥去办案了，你能不能判定你去办了这个案，到底他的罪名是什么？有没有办法？还是国防部交代你的，说你赶快去给我追那三份文件，那你就派兵去了，就去抓了，就这样吗？是这样吗？因为刚才回答里面还提到说有两个保防官嘛，是不是？是。那你去查案，那保防官去干什么？保防官也去查案吗？保防官并没有司法警察权啊，他是属于国防部的文职官员啊，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文职官员跟执法的司法警察，你是一起去侦办这个案件。报委员，他们是会同这个宪兵单位到那边是约了这个魏明来见个面。他们并没有参与任何的调查，
跟委员报告。好，所以这个案到底是不是在调查，还是只是纯粹去约他出来见见面聊一聊？啊，可是你聊聊到后来就要去签署一个说，我、欸、你要不要愿意不愿意让我搜索？那、啊、不是很奇怪吗？所以你在执法的 SOP 上面就有问题啦。如果你这是一个真正在执法、在执行调查的，你怎么可以让不是执法人员跟你一起嘞？对不对？是不是？是，跟这边还是跟委员回复，他并没有参与调查，这两位保安官并没有参与调查。那他去随同？他们是约了这个魏明，所以他去看看这个人是谁。他们是约了魏明，然后后续的这个部分的话是，你说约了魏姓民众是谁约的？是保安官，是保安官约的。是，他们当初是，那不是你们司法警察去约的。当初他是询问他就说，当初他们是以询问他就说、那这样就更离谱了嘞。当初他们是用购买茶叶的方式请他看能不能够出来。所以。如果你是办案，你真的是在侦查案件，在办案，我尊重你的司法警察权，你有权，你可以办。但是你刚刚讲说，保安官去约他出来，然后让你的司法警察宪兵来办案，这个逻辑完全不对啊，完全颠倒，而且语法上面是违法的哎。部长，这个，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多大？所以现在交给了台北地检来看，我们会来这个难怪会出问题吧？所以你连司法警察你都不晓得你怎么办案？我再请教一下部长，我们的司法警察宪兵现在是怎么训练的？我先不要谈那个梯政部的事情了，我就先谈说，到底这一些你在执法，你是司法警察，你的法律常识够不够？他们有司法人员。这个你应该报告一下，鲍委员，我跟委员来报告，宪兵人员的侦案跟法律相关素养的培养的养成是分成好几个阶段的，在宪兵训练中心的部分，新兵他有一定的课程，在这一方面的那个你是那个中将嘛哈，许中将。就像本来这个事情照理讲跟你们宪兵不应该有这么直接关系的、啊、你们其实就是在执法在执行你的这个公权力而已、哦、但是这里面你刚刚你去扯说这个宪兵他的基层的这中心的训练，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这是你宪兵官，你在指挥，你在带兵办案，你的脑袋啊，你里面有没有法律常识啊？还是说你为了抢功，为了抢绩效，已经抓来哦，赶快来找，是这样吗？跟委员报告，我们所有的在宪兵队，从事宪兵队调查工作的同仁，都在宪兵学校，在宪兵训练中心，都至少都完成3个月以上的专长跟专业的教育。那么会随着他的职务的历练，在他的正规班跟相关的班次。都要接受这样的训练的课程，来养成啊，他在这一方的专业。可见，这个养成教育真的不扎实。否则，这个是坦白讲，一般常识就可以判断。好，一般常识就可以判断。你今天如果真的认定他是一个需要调查的案件，你要立案调查，你的司法的办案程序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啊。你有两个管道啊，一个要嘛报警检察官啊，对不对？让你去调查、啊，那你就算检察官不授权，你们是可以去进行调查，没有错啊。但是也不是由国防部的人陪同啊、随同啊，或者他去约那个嫌疑人啊，也不对啊，他也不具有司法警察的身份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概念啊。司法概念啊，在现在的宪兵体系里面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啦。然后国防部是不是用交代的方式，还是用命令的方式叫宪兵去做这件事情？有没有？有没有？还是纯粹是协调？上午我听你们解释说，你们是开了协调会之后，所以去办啊、哦。但是我相信啊，从这个军中的这种上下从属的关系啊，国防部讲的一定是有压力啦。
所以宪兵当然就遵命，好，赶快来办。所以这个也造成了一个问题，你就失去了你本身司法警察的一个独立性，对不对？所以我刚刚问嘛，谁检举的嘛，谁来告诉你这个资讯？你接到这个检举之后，照理讲你要照你的办案的 SOP 去办才对。啊、哦，你把它变成只是一个行政上面的程序上头的交办来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处理成今天这种地步，不是吗？谢谢委员的指导，我们会加强教育。所以中央，我刚刚讲了，你是觉得你们真的是这样办啊？是这样吗？不是，不是吧？啊，不是，那所以是你们是照你们自己的司法的 SOP， 司法警察的 SOP 来办吗？部长，你帮他说个话吧。我跟委员报告，当初啊，我刚刚一开始就跟您报告了这个案子啊。当然，宪兵跟他们去的，当初去的时候只是想了解他手上有没有这些文件，只是后续的发展，哦，是这个，因为已经送到地检处了，我们也不便在这边谈太多。这个将来等司法警察，等台北地检来把它整个还原真相。不然，我想我最后就要求你，这整件事情，我觉得最原始的问题点在国防部，在你国防部内部，啊、哦，所以部长你一定要内部去查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今天宪兵这个处境。我们针对这个，好不好？当然宪兵是执行单位了，国防部是指导单位。这个当然我刚刚讲过了。政战局跟宪兵，我们都会做检讨。然后宪兵的执法教育必须再教育。是的，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让民众去相信这个司法警察的制度的了。啊，部长，这个你要彻底检讨啊。是的，谢谢。好，我们再来请陈廷飞委员来质询。谢谢主席哈，我们请部长。陈委员好。部长，我想请教一下，这经过这整个事情一天半这样的延烧，请问到底你们内部已经有共同的一套说法了吗？我们。我不了解委员讲的是我们有，因为从昨天到现在，你们版本非常的多，连到底有没有一万五，还可以讲的不清不楚，而且一下子说有，一下子说没有，是魏先生又站出来说你们说谎，你们才承认说有这一万五。我们有否认过吗？没有。所以这媒体的新闻资料都很清楚。可能当时状况我不是很清楚，可是我们一直没有否认有这个15000块。你们曾经一个时段说没有这所谓的封口费一万五。好，这个我不去跟你讨论这个了哈。我想我只是要确认说你们现在的版本都确认好了，那我问你才有意义了哈。我还是确认一下，到底情资从哪里来的？2月19号到底？怎么开始有这样的事件的开始？2月19号，情资从哪里来？你们自己搜到的，还是有人检举？是网络上看到的。你们自己搜到的。是的。然后这个网络是2015年9月，这个资料记载的非常清楚。2015年，你们是从这三张网拍的资料吗？是。是不是？是这三张嘛？这是2015年9月，所以你们当时候，你们相关单位是在睡觉吗？所以你们没有收到，在2月19号突然间收到了，是这样子吗？我请我们处长，他很清楚这个案例，你跟委员报告。处长是这样子吗？这三张是他买，就是买的，对啊，买的是。时间，他PO到网络上去卖的时间，应该是去年的11月。好，去年的11月嘛，一样啊，我就是要让你回答这个时间点嘛。
去年的十一月，你突然之间到二月十九号，你们睡了一觉之后，突然发现，哇，这个严重啊，知识体大，是这样吗？不是，我跟委员报告，我们是二月十九号才接获到，但是我们可以接获到。我现在问你说，你都用接获到，请问你接获到谁嘛？是有人检举，还是你们自己收到的嘛？就是保防官无意间看到的，是保防官收到的嘛？ 对， 对不 对， 对， 对？所以我才说嘛，你们在这个网络资料其实是在十一月就已经 PO 在上面了，所以当时候保防官是在睡觉，所以没有看到。在二月十九号突然之间发现说，哇，这严重啊！结果好，二月十九号你们接受了这个情资，你们马上也开会了，是不是？处长是不是啦？是二月十九号，我们就协调这个。谁主持？报告委员就是本人。就是您主持嘛？那请问有谁参加？那一天我们请了军法司的肖副处长，不在现场。军法司还有呢？还有宪兵队的。谁嘛？黄少校是哪几个单位嘛？是军法司，还有宪兵队，还有军事安全总队的。军事安全总队，那请问一下，还有我们处里面的参谋是？请问一下，你们政战局的责任是什么？这个维护机密就是我们的法。维护机密，法令的业务执掌。维护机密是。好，那你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这几份都是五零年代、六零年代的资料。你们当时候在开会要讨论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没有看到你们的法在哪里？你们依哪一个法可以要求宪兵队去约谈魏先生？甚至除了约人还押人，你们依哪一个法？是依哪一个法？报告委员，我们没有要求这个宪兵队去押人。那我们只是协调宪兵队依法做一个事处。依哪一个法？你现在就是在这个会议里面，你们决定了由宪兵队要去执行，是不是？是在这个会议嘛？那我现在要会议资料，你说已经都在剪掉了，所以拿不到。那我现在问，请问这个会议是不是决定就是由宪兵队去执行这个任务？是你们这一个会议决定的吗？这个会是不是共同决议？然后我共同决议，共同所以意思不是你一个人决策的，当然是所有的人都有签名，决定由宪兵队。那请问你们没有一个人看到说你们依哪一个法吗？五零年代跟六零年代，如果国家机密保护法，你们现在所谓的机密。这个在网站上面都有了。如果说是这个机密，依照这个机密，它的期限也十年呢、欸。现在几年了？现在几年了？报告委员，我们要现在几年了？是这个，你们要去了解，是用这样的方式吗？这个方式，你是已经把它变成是犯罪嫌疑人呢、欸？你们是把他当成犯罪嫌疑人呢？你们不是了解机密也十年，就算绝对机密也三十年，这都已经超过五十年以上了。委员好，委员好，我是法律事务司的处长，好，我跟委员报告，保防安全处当初他们的想法是说，这份文件在网络上面流传，它只有一个画面。那他们这个文件到底是一份，所以是了解嘛？我知道你们要说你们是了解嘛？他们要把这个了解是用这样的 SOP 的程序吗？因为在法是用这样的白色恐怖的程序吗？委员没有白色恐怖，不是吧？委员，因为只有宪兵，你今天用约人还有押人的方式，然后甚至还逼迫他要把资料拿出来，然后签了一份所谓的自愿，这个。报告委员，他们就我们了解哈，宪兵他们全程他们都有收证，现在东西都已经到地方台北地检署去了。部长是，今天这整个过程当中，
很清楚是谁做决策的。这样问起来是好多人做决策，所以大家的法律素养都不够，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个问题出现，这个我们会是不是这样子检讨，还不是一个政战局哦，相关的法制人员很多都在现场哦，居然最后是决定由宪兵队去执行。那我们必须问，那请问现在也解密了，也解密了，那你们怎么去自圆其说？你们怎么自圆其说？你们这么大费周章去做了整个让大家恐慌的事件之后，请问你们怎么自圆其说？当时候的决策是不是错误？在这一个会议，2月19号的这个关键会议，是不是是错误的？当时他们可能并不了解这个文件的真正的错，现在他们了解到了。那这个最后因为不了解，可以把人家当成犯罪嫌疑人。他只是问他有没有持有，对不对？那后续他自己说他愿意提供资料吗？好，提供资料之后，你们是用什么罪？当时候是把他落入什么罪？不，这个最后如果县指挥要提供，你们现在移送的是什么罪？你们移送了嘛？赃物罪，赃物罪，所以还是一样，你们当时候就已经把他认定是犯罪嫌疑人了嘛，所以现在才会做移送的动作嘛，是不是？这报告委员，这个是不是啊？有部长，是不是？如果黄部有错误，我们愿意。是不是部长？你就是已经把他当成犯罪嫌疑人了，所以原本想要赶快花了这1万5，赶快了事。不不不，跟委员，结果没有想到说，现在经过 PTT， 然后揭露之后，大家开始讨论，所以在今天才把他移送。没有没有没有，要不然你们为什么隔这么久没有移送？为什么？因为我们要鉴定。从2月19号到现在，为什么隔那么久没有移送？然后刚好是在大家讨论完之后，你们不得不移送，这不是矛盾吗？我们以前在很多拉法叶案，或者说很多其他的案子里面，机密审定他这个案子有很大吗？要让你们花费这么多天去确认吗？案子有很大吗？不，他有一个程序了，跟委员报告，我们会去检讨这个程序。可是他并不是要规避什么事情，这个我们内部也在检讨。基本上你们当时候第一时间就把他认定是赃物罪，对不对？跟委员报告，是不是？所以他是以赃物罪的犯罪嫌疑人，所以你们才去做约谈的动作嘛？宪兵是不是？县令部3月3号才转到国防部这三件文件，那国防部需要时间来审认这个文件。审认这个文件，那这么刚好，刚好大家沸沸扬扬在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那你今天刚好做移送，有这么巧吗？有这么巧吗？还是一直以来你们根本认为就是办错了，这个本来就没有这么大的事情。部长，你必须想，当我们说了一个谎之后，我们必须用10个谎来圆它。我们说了一个错，我们必须说10个不同的解释理由来弥补这个错。跟委员报告，我们也要求国防部针对这个案子的，不管县指部、国防部相关的单位，我们就是诚实面对，哦。但是你们一开始不是这个态度，我们一开始不是这个态度。昨天宪兵指挥部出来讲话的时候，一口咬定他们没有错，他们是合法合宪。我们办公室给了国防部一份资料，要求要调查所有相关的事宜，你们给我们一份新闻稿，所以里面也写的合法合宪，我们没有错。那为什么今天又改口供了？我没有跟委员报告，这个已经送到台北地检去了，地检署会把他这个整个厘清还原真相嘛，这个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嘛。所以一开始你们都不了解现象的 现实的状况就对了。部长，我再请教一点，跟当事人的了解，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案子的？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案子的？我事后知道，我事后知道了。哪一个事后？是事情已经研发了，已经延烧了，你才发现，你才被告知，是不是？3月3号以后才知道的。3月3号以后才知道。跟确定哦，部长，你要确定哦，因为张善政
院长是说知情的主管都要调职哦。好，所以这个部分要很确定哦，到底是谁知道？然后这整个案子到底怎么去做管控？这个 SOP 未来你一定要很清楚报告，否则我相信台湾人民在民主社会没有办法允许这样的一个白色恐怖复辟呀，部长。报告委员，我们不会再隐瞒什么事情了，这个事情我们会坦然面对的。好，我们现在请下一位马文君委员。谢谢主席，麻烦请部长。委员好。部长好，我想这个新闻也弄得非常大，大家都非常的关切。那部长刚刚在其他委员在质询的时候，你有针对这个事件做了公开的道歉，就是对当事人或者对我们的全体国民造成不安或者其他的影响，你有道歉。那既然你有道歉，是不是你认为在我们的整个流程上面是有不妥之处？是他不够周延了，他整个做这个事情可以做得更。他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没有会同检察官管区，这是一个因素，是吗？我们是必须要会同检察官，就是会同管区，还有拿到检察官的搜索票嘛，对不对？是，这是必定的流程。那我们没有做到这样子，他已经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是不是部长可以在最快的时间之内，因为张院长已经有提到，可能在知情的状况之下，什么样的人需要调离，或者什么样的人需要受到相当的惩处？因为既然我们送到台北地检署，那不是只有他们能调查，因为我们国防部自己最清楚，应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必须有所坚持。部长可不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至少我们国防部自己做出这样子的处置？可以，明天可以吗？我们会尽快把这件事情做完。大概什么时候？因为部长你的处理很重要，大家都在看。是，如果你们认为应该处理到什么样的程度，即使如果你们认为没有像外界想象的这样，你们也应该做一个合理的处置。不过我们希望你在最快的时间，因为很多人认同张院长的处理方式，因为他在第一时间他要求国防部这样做，所以我在这里也希望部长可以在很明快的，不要造成更多的纷扰。因为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讨论到类似这样的事件，因为这个是一个个案，可是我们的整体做法必须要有全盘的考量。部长可不可以在明天之内可以提出来？我们尽快把程序完成。只有尽快吗？部长，你要不要有一个你有一个明快的做法？其实很容易。我很快了，这个我们有我们的一定的程序要做完。我们希望你做了确切的调查，可是不是？如果你们认为在检讨的过程当中，在行政瑕疵上面必须要有人做惩处承担，那个合理。可是也不要好像打遭遇战一样。每次碰到什么状况，大家要求你讲什么，我们就是只是回应。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整体的全面考量以后，然后把立场讲清楚，然后有什么样的缺失就承认，应该有错的地方我们就惩处，未来我们不应该再犯。所以这个部分我特别希望在部长，因为我们过去以来，其实大家对我们国防部对军方其实有很多的看法。我们希望建立我们自己的威信，所以我们希望部长在这个事件上面做一个很明快的决定。因为其实如果你今天有配合检察官，你有拿到搜索票，你有配合管区，你今天去搜索，当事人也许还是会恐惧啦。因为只要有检察官，只要有警察，有检调的相关单位来到家里，任何人我相信都会恐惧，然后有可能有赃物的问题，因为有很多那个古董的或者其他的啦，以前收受像我们回收业者，其实在收受很多公部门的水沟盖的时候，那也是赃物啊，他们也是会恐惧。可是你的流程严重的疏失，这里我要提出来，是因为我们的军事审判法一年多前你废除了，
可是我们军方完全心态都还没有跟着做调整。以前军事检察官他可以在很快的时间，甚至事后可以来补，可是现在不行。所以我们未来在这样建立法治的观念，或者我们所有全体的我们国防部的相关的官员人员都应该尽速做这样的调整。在这里我想要请教一下哈，像我在这里我还是很希望至少部长哈，我们这个部分这个行政流程我们国防部自己最清楚，怎么样做调查就赶快明确的决定出来，很快好，希望赶快让大家有一个共识。不过在这里我也要提出来，刚刚我听部长还有我们整个军方的回应，今天如果不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文书资料，今天如果是一个真正牵涉到国家安全国防机密的案件的时候，你认为怎么样的处理模式？因为你现在如果像我们需要透过检察官的系统，我们需要申请搜索票，今天如果是一个比较严重或者比较特殊的牵涉到国家安全或国家机密的一个案件的时候，你们或者这样，因为保防你安全总处其实本来就必须要具备这样的条件，即使是很小你都应该要把它当成大事来做。今天是因为你们很乌龙的没有依照程序把它做好，弄得沸沸扬扬。可是未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这个事件，你们在整个保防体系还有国家安全的整个制度上面你们松懈了，或者根本不敢作为。这个部分部长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如果真的面临到有牵涉到国防机密或国家安全的保防案件的时候，你们会碰到什么样挚爱难行的地方吗？国家安全国家机密本来就是我们国防部很重要的责任啊。至于这个案子造成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纷扰，我们国防部刚才也讲过了，我们会针对我们的这个 SOP 也好，或我们的程序，或还有一些要把它做个重新的检讨，甚至我们的法治教育也要强化，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可是我们不会把它放松，我们国家安全这一个我们就不管了，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是要做这件事情，这是两回事。国家安全跟我们在去办案子这件事情啊，办案的东西我们应该要尊重啊，司法的这个过程还有人民的权益，这个我们以后要把它界定很清楚。因为你这个案子其实你只要在行政的瑕疵上面造成人权的损害就是我们的错。那你未来其实 SOP 有很多我们是过时的，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军方有很多的制度是调整，包括我们实施募兵制，包括我们军事审判法我们已经废除了，我们有很多自己可能要先确立怎么样去做调整，大家先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以后，我想未来在整个国防的推动上面你才会有比较安全的做法。我认同委员的意见啊，这个我们会朝这个目标来改进。那现在我想要请教部长，宪兵具备司法警察的身份，那你后续我们由我们一般的检察体系来指挥，那军中没有军事检察官，宪兵在军中可以做什么？他有维护军纪还有什么？报委员，我跟委员报告，在宪兵在依法在执法的部分是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军人跟军事的犯罪，第二个面向是危害国家利益，第三个面向则是受检察官跟法官的指挥。这一部分是执法的部分，另外一部分则是纪律的维护，那么第三部分则是台北卫戍区的卫戍防卫。这一共有这几项重大的任务，在此跟委员做一个报告。指挥官，我大概知道我们的任务了哈，可是我现在就是说，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其实我们把军法军检察体系通通废除以后，有很多我们在推动或者在执行上面，你面临冲突的时候，大家应该做后续的讨论。如果你们有碰到挚爱难行，或者碰到什么样应该要拿出来检讨的时候，我们希望做一个整体的考量。
今天我们国家安全跟国防机密没有意识形态之分，没有其他的政党之分，我们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面，这个对大家来说安全维护都是最重要的。怎么样让它可以在落实执行上面，因为国家安全跟一些国防的机密跟国际之间有很多的我们需要获得的保防跟一般的案件是不一样，所以你们面临到困难的时候，你们应该具体的提出来。我们国防部我认为最欠缺的就是，有时候我刚刚在讲，我们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在打遭遇战，大家讲一个什么你们就回应一个什么，或者提出一个什么，你们应该做一个整体的检讨，这是我们国防部应该有的作为。我们希望未来让我们生活在台湾所有的每一个国民还是很安全。这个事件我们有错的地方我们就做检讨，我们道歉以后应该做了一个怎么样适当的一个处置，我们尽快明确的把它做出来，可是也不要因噎废食，有很多应该要很密切注意的，你宁可国家安全的小事你都把它当成大事来处理。今天如果有人要攻击国家元首，你得到一个情报即使是假的你都应该要去执行，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是正确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回过头来讲，我们有很多 SOP 是过时的，我们怎么样做因应跟调整，包括你说包括我们保防部说不小心才看到的，这个也是很离谱的说法。照理说我们要随时注意相关的讯息，只要是牵涉到应该要有所作为的我们就尽力去做，还是要求部长尽快明快的做决定，这牵涉到我们国防部的威信，还有所有人对我们军人的信任度，我们不希望人权受到侵害，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整跟改善，这是我们的重点的作为。谢谢委员。我们国家安全我们和人权这个都很重要，我们会兼顾，针对这个案子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跟委员报告，国家安全我们并没有放弃，可在人权的这一段我们做得不好的我们检讨我们来改进。对，我们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人权，我们为什么废除我们的军事审判法，就是当初我们有一些做法可能没有办法受到全体人民的认同，所以在这里还是提出来，希望我们赶快做调整。谢谢委员。谢谢。我们现在请林长佐林委员。主席，请部长，谢谢。委员好。部长，今天收到这一份宪兵非法搜查事件专案报告，老实说，我看了是非常的失望。不是因为它只有三页而已，而是因为它整个事件完全没有名字。谁发现网络拍卖？谁监控？怎么监控？谁决定要侦查？谁指挥？谁派出宪兵队？谁负责钓鱼？谁在现场执行调查行动？整个流程都只有单位。例如，第一页，本部前于2015年2月19日，本部谁？审视未明网拍资料内容、刑事要件标密为密与机密集等等，谁审视？哪一个单位的谁审视？再来，台北宪兵队及军事安全总队及于2月19日晚间，这两个单位的谁？谁决定的？谁派出去的？第二页是由台北宪兵队专人谁？第三点，本部为追查外流机密文件之确实数量及流向，本部的谁？第四点，初审民国67年等三份机密文件，再一次初审是谁初审？第三页第三项，故意陆海空军奖励条例第12条第10项颁奖核发的，谁依这个奖励条例？谁决定要颁15000块？整份都没有一个名字，只有单位，只有本部。我想宪兵只是最基层的军人，
听命行事而已。问题点在于这些上层的人是谁做的决定，谁派的人都是谁。我希望刚刚有好几位委员都讲过，希望再有进一步更清楚的惩处以及报告，名字要清楚。刚刚讲的这些地方后面加上人名只有三个字，连增加一页都不会有，到底是谁？哪一个长官？再来是，我想今天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个案，搜查到这些机密文件以后会拿去哪里保存？一定不是只有这一个个案嘛？过去长期以来，到底去查扣过多少文件，搜查过多少事情？这样子进去民宅里面，跟人家要资料，要人家自愿签这个被搜索书，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过多少次？我想请问一下部长，这都是保存在哪里？这一堆，还是说半世纪以来只搜寻到今天这一件过而已？公务员报告，我是侦探局局长。目前为止，我们只搜在网络上只搜寻到这三份文件。那这三份文件，它目前是所以1993年发现 Internet 以来，你们只发现过一件，到现在整个部门在网络上的情资，关于这一种只出现过一次。是，这目前是发现只有这一次。那这个文件，它要回到我们原来的产制单位来处理。我在这边要提醒这件事情，昨天贵部也提出说这跟白色恐怖无关，事实上跟白色恐怖有没有关，这个会是转型正义的工作，这要由后续相关的单位来认定。所以你们不用讲它有没有关，你们只要把这些文件保存好，最好是交给档案局统一保管。我想这一个事件更显示了我们各式各样政府部门相关的这些档案放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今天这个事情没有爆发的话，大家现在努力在做转型正义的人也不知道原来还有这里还有档案。拜托这些档案 不要被拿去销毁，好好的保存。过去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我们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做过多少的档案，做过多少的保存，现在都放在哪里？可以提出一个报告吗？还是就只有这三张照片？可以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依据国家档案法，我们是按照档案法来做。好，那以往的这个可能是在档案法之前的，那个我们也有我们一些规定。好，那就拜托在一个礼拜以内给我们一个报告，这些其实跟转型正义都很有关系的这些档案，目前保存状况如何，告诉我们外交国防委员会。这个没有问题，是。谢谢。然后第三点，我想要知道一下，国防部平常在监控人民上网，这个我绝对没有办法相信。刚才一直在强调的保防官说无意间看到的，我想如果都是靠无意间看到，这个也是失职啦。如果都是靠无意间看到，所以一定有监控嘛，对不对？我想监控不是坏事。报告委员，为了监控情报，应该不是坏事。我们只针对影响国家安全。我们没有监控，绝对没有。跟委员讲，这要花很多的时间跟人力。我们只是看有些在网络上牵扯到国家机密，或说已经网络上在已经议论纷纷的事，我们国防部要主动的了解是什么回事。部长，我想刚才在记者会的时候，贵部也有派人来。是，我再问一次，总不会是贵部的相关人员在逛拍卖网站上班的时候想要买东西，结果刚好看到。用这样的方式来收集这些情报。各委员报告，我们在不管在新闻媒体或网络上，我们每天也会注意一下现在这个新闻的焦点或网络上的焦点。事实上，这一件事情还没有成为焦点之前，没有被贵部弄成焦点之前，很少人知道。所以我要拜托部长，事实上你们有一个监控的方式，一定有，是不是有类似像中国一样的敏感词？要不然你要怎么去查？报告委员，我们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要这个要花，所以完全是要靠无意间跟人力来做。所以完全是靠刚好逛拍卖网站，刚好看到。我们会注意影响到国家安全或我们的机密文件外泄的事，甚至于在网络上在讨论的事，我们会去进一步的了解。我想部长这一点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不是那么多人容易在逛拍卖网站顺便看到。这个我跟你保证，我们绝对没有监控任何事情。这个已经。在法律上已经明文规定，国防部不做任何监控的事情。好，这一点我想哦，在这边我也不做争论。那我希望你的进一步的那个报告里面有比较清楚的人事物，然后我们就会知道是谁在监控。那他是真的就是不小心，好，不要用监控这两个字。我们不是，我刚你刚讲那些人物，只要检察官同意，我们都可以给，因为现在已经在
递减做了。我希望部件已经在递减。我希望下一份报告进一步的资讯，我们可以知道包括他怎么样。你如果觉得监控这两个字不好，怎么样收集情报的？是真的不小心逛拍卖网站看到，还是其实有一套作业系统？我想人民也需要知道，当我们拍卖什么样的东西，运用什么样子的文字的时候，有可能会被贵部的相关单位盯上，这个也需要知道。那如果真的都是没事逛拍卖网站刚好看到，我想人民会不会相信？这个也要保证。我起码我干部长我所了解的，我们没有这些系统，也没有那么庞大的人力。可是我刚跟您说明了，我们针对网络上或媒体上对国防事务上的一些啊比较在讨论的多的事情，或者说一些我们看到的事情，我们会去表示了解。好，我了解，我期待您的第二份的报告，谢谢，谢谢部长。好，我们下一位请啊罗志正罗委员。各位请高部长跟谢次长，主席谢谢。罗委员好，部长我真的不了解哈，3000块可以解决的事情可以搞那么大？我们如果县直部的同仁或政战局的同仁花3000块把那文件买回来，看看文件内容就知道不会有这么大的事情出来。部长您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全国震惊，社会哗然？甚至还有国际媒体在会国际瞩目，到目前为止你知道原因吗？这可能我们整个的程序是出了问题了。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因为他踩到司法人权的红线，他也超过人民可以容忍的极限，到处每一个阶段都出问题。司法调查当然现在司法端在进行了，部长同步我们进行行政调查，对不对？我们内部调查开始没有？我们内部有照我们的单位去了解。惩处名单什么时候会出来？我刚跟委员报，我们程序弄完马上就。马上什么时候？给我一个时间。我希望今天晚上能把它做完嘛。惩处名单。哦，明天看可不可以公布。好，可以。我现在请问部长哈，到底这个魏姓民众是犯罪嫌疑人，还是对国家有功人员？到目前为止你看起来。部长，还是路人甲、路人乙，还是误会一场？到底他是犯罪嫌疑人？到目前哦，还是所谓对国家有功人员？那请侦探局局长。委员好，请问他现在的身份到底是犯罪嫌疑人，还是国家有功人员，还是不知道路人甲、路人乙？报委员，他现在是犯罪嫌疑人。还是犯罪嫌疑人？是。好，那我们看如果照犯罪嫌疑人应该怎么做，因为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法律课程。我们请谢次长，我们让一般民众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回应。次长请告诉我们一般民众，如果有人五六个人在捷运站门口跟你讲我是宪兵队的请跟我走，要不要跟他去？要不要跟他去？我想这个应该具体情形呢，应该是由这个当事人他本身。什么叫当事人？你认为民众应该有人跟他讲说，我是宪兵队的，随便证件给他看，跟我走，你就跟他去了是？嗯。正确的法律知识要告诉人民什么？那当然要了解到这个有没有什么法律的依据啊？对，什么叫法律依据？至少你如果说像他这个情形，如果是说等于有强制的话，那应该是有机体或者其他这个传乱的通知。那这个案子里面有没有？我不晓得，你不晓得。如果根据媒体报道，现在跟他讲说你现在跟我走，我是宪兵队的，他没有任何的通知书啊，没有锁票是啊，是，要不要跟他去？那我想一般的话应该是要会拒绝嘛，应该要他有这些东西才可以。现在没有嘛，好，没有是。就算这个民众法律常识不足，现在被他押上车了，然后跟他讲说我要到你们家搜索，要不要让他去？这个搜索还是有一定的要件。好，要件是什么？要件是什么？那当然，一般的话，最常见的就是要有搜索票。这个案子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先给搜索票？我这个案子没有，没有嘛？自愿搜索为同意书，对不对？是。好，如果今天宪兵或所谓的宪兵人员跟你讲说，搜索票很好拿了，
如果拿到手表再去你们家搜索，很难看，要不要签？我看这个我刚好报告过了，就是有关你这个搜索自愿搜索，当然要纯粹呢是基于他的这个任意性的，我同意啊。如果有任何心理上受到强制的话，好，那都不能够算是任意性的。我们看那个最高法院判决的意旨，你上刚才有提到嘛？我们来看，所以最高法院判决的意旨里面是怎么说的？他说啊，受搜索人自愿性的同意搜索是有条件的哦，要怎么样？搜索人要同意之权限。应该将相关的意旨记载于笔录，没错吧？是是。有没有先做笔录？这个案子有没有先做笔录？我不晓得。是回去才做笔录，不是在车上做笔录，做完笔录之后才能去搜索，对不对？车上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当然，这个同意当然事先要同意的，搜索人就要同意才可以、啊。好，这边有提到，这个同意书必须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欺或其他公权力之不当施压。这个当事人有没有事先讲说你有没有搜索票，对不对？是。那表示他也不愿意哦，他要先看有没有搜索票，没错吧？他是不是有觉得我不应该被你搜索啊？不是自愿的哦。加上这个所谓限制不能跟他讲说，如果拿到搜索票再到你们家去就很难看哦。你认为这有没有所谓强暴、强迫、胁迫或者是利用？我想这个呢，当时搜索的情形呢，因为这个案子已经在北检，他在了解，他有如果有录影带的话，他可以去看那个录影带的这个情形。好，那市长我请问一下，这个事实上就由那他们这边来做一个具体的判断，因为我们都不在现场，也不晓得当时的情形。我先问县直部的同仁，去现场的车到底是挂军牌还是名牌？各委员报告，我们宪兵的侦防车他是使用名牌。名牌嘛。所以一般民众上去，他也不知道这是侦防车还是宪兵的车、欸。我们的同仁有向他表达，我们是宪兵队有。好，那这诈骗集团可不可以用假证件？鲍委员，我们不是诈骗集团。我知道啊，可是诈骗集团会不会用假证件，然后进一个不挂军牌的车？名车上面有没有所谓宪兵部、县直部的那个出入证？有没有？都没有嘛。所以今天如果诈骗集团随时拿来证件说，我是宪兵队的。我车子完全没有军牌，就叫我上车，民众要不要上去？这是大问题。所以说跨越了司法人权的红线，让人民无所适从。今天如果诈骗集团够狠的话，就这么干啦、完全 copy 你的模式， copy 你的 SOP 啊。鲍委员，我们除了出示证件之外，我们全程啊，全程录影对不对？录影也有征询啊当事人的同意。我现在要求。我们的检察官马上扣押相关的全程录影的证据。部长，可不可以给我保证一下，这些录音证件不要过两天告诉我说不见了，没有录好？跟委员报告，这些资料全部都会交给北检。会不会突然不见变黑？已经交了。我知道啊，会不会交出去说，对不起，那天没录好？不会。你看过没有？我不能看。你不能看吧？那你怎么知道不会？你没看，你怎么知道不会？当时洪忠秋案子告诉我们说不会，录影带都录得好好的，突然之间空白。鲍委员，我相信我的同仁。你相信了？对。那、如果不见怎么办？变黑了，没录清楚怎么办？如果不见，我就负起我该负的责任。在指挥官嘛，哈。是。宪兵司令指挥官哈，我问你在车上有没有录音？车上。押车上的时候有没有录音？在车上说你要不要签自愿？搜查了这个同意书有没有录音？没有录音。没有录音，那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录音发生什么事情？你说，他同意的啊，是同意吗？这五六个有没有威胁他？如果你不签，我要怎么办？有没有录音？有没有录影？就那个阶段。上车之前他有同意。证明怎么证明？你有录影吗？有录影录音。那么从他。一份同意书是偷录还是正式录？正式录。所以从他下捷运站开始跟你谈开始，就开始全程录音了，是吧？录影。是的。确定？但是一上车之后就没有录音了。上车没有。那我问你，自愿同意书在什么地方签的？车上，对不对？在他家的楼下签的。有没有录音？没有。奇怪了。最重要的自愿搜索同意书是在没有录影之下签的，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最重要，因为他有没有自愿取决这个啊。如果跟你讲我不签，
然后说不行，你非签不可，否则怎么样？最重要的关系在这边呢。我们要求次长这边拜托，检察官马上扣押所有芦洲捷运站所有相关的监视器。我想要知道这微信民众是怎么样上车的，是被押上去的，被请上去的，还是抬上去的？这都是证据啊！但是很遗憾的，最重要关键录影带不见了。什么录影带？这个过程你们是怎么要他签自愿搜索同意书？市长，这个重不重要？法律上这个自愿搜索同意书关键在什么？对，当然在这个搜索上面呢，他这个如果自愿同意的话，一定要有这个资料啊。对，没错吧？是。所以自愿搜索同意书有没有效？那有效啊，这事先要签署的。对啊，但是我知道他这个过程完全不知道有没有遭胁迫啊，有没有遭受这个压力啊、公权力的施压等等啊。照这个看起来，他们都没有资料可以证明。如果当事人说我是被压的、被迫的，那怎么办？我想这一部分呢，这个因为北检已经在调查了，他会把相关的事证呢去把它厘清，啊，这个事实到底有没有真的是属于我们的自愿性的，还是有受到其他的这个压力的这个情形呢？我想这个北检会了解清楚。我最后还是希望哈，这个国防部啊，部长是，我不认为你是全程去主导这个案子了，你没有必要为这个案子去扛所有的责任的，好好的把这个案子查清楚。报告委员，这个我们一定会查清楚了。刚才跟您报告的就是因为有录影了，我们该负的责任我们负责。可录影只有一部分了。对，还到北检，北检最后他怎么论述，最后他的最后判决，该我们国防部的责任，我们绝不回避。我问一下指挥官，你刚才讲说一上就是开始录，对不对？最关键那个车上为什么不录？你在问他车上有没有侦讯，有没有调查，有没有问话？还是默默的就坐回家，在车上没有做任何的侦讯。那下车的时候要请他签自愿同意书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他应该有的权利？次长，他有哪些权利？要签自愿同意书的时候要告诉他哪些权利？我们同仁有告诉他，他应该所拥有的哪些权利？告诉我各项权利是哪些？他可以请律师的权利，没错吧？还有什么？他可以拒绝作答的权利，对不对？拒绝权，他可以拒绝来签署。拒绝签署、拒绝回答，可以请律师等等这些权利，对，有告诉他，对不对？有告诉他应该录影啊，才能保护你们啦、啊，否则证据是无效的啊，会有问题啊。所以最关键的录影带根本还没调出来之前，已经不见了，已经没有了。所以整个自愿搜索同意书根本就是有问题的，一定会被质疑，照法律上一定被质疑的嘛。那我们整个过程难道瑕疵？事先不知道吗？事先没有调查吗？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整个 SOP 都出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民如何相信这个司法制度？任何人下了捷运之后，突然有五个人跑过来说：“跟我上车，我是宪兵队的，走吧，回你们家收东西。”就上去了。台湾最大问题，因为你踩到了人民司法的红线。好，我们下来请徐国勇委员。哎，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要请部长来。徐委员好。部长，其实你今天的这个报告啊，看了，我才看呐、啊。难得说一个业务报告或一个专案报告能够让我不到一分钟就看完的，大概国防部第一个。然后呢，一看极端失望，一大堆。我如果单单挑这个，可以讲三个小时，可以跟你好好讲。我只讲 一点，在澄清陈副事项里面提到说，这个姓魏的民众公开上网标售之行为极不足取，有设法之余。那请问，极不足取有设法之余，还要给15000块？部长，安尼敢丢不足取，还要给15000块，还鼓励他，请他当证人，当证人还要给钱，哎，这个证词有没有效力啊？这样子的报告，难道部长，这不要读法律吧？尝试就知道这个报告，你让你的部署拿出来漏气啊！
我今天第一个要跟你讲这个、啊，我想讲这段，你能接受吗？跟委员报告，这个没有同感吗？对，这里面是有很多这两个案子、啊、会引起大家的混淆。这个当年他们的用意，也就是说，希望了解这个整个后面部长还有多少的这些。不要再提到当年啦、啊，浪费太多时间。你等一下，主席，我请我们谢次长啊。谢次长啊，是我们法律界的前辈了哈。所以谢次长，我请教你两个法律问题。我想我不自己讲，我自己讲搞不好国防部还不服气，所以我请你讲。请问赃物罪的追诉权时效多久？赃物罪在349条这边规定呢，他那个追诉权的时效，因为这个是旧的案子嘛，刑长民对的，十年嘛哈，十年，没错嘛哈，是，那再请问一下，是，纵然是赃物，民法的所有权要回来，请问他的时效是多久？侵权行为的时效是多久？197应该记得吧？好，197，哎，他那有这个一般呢、啊、嘛，哎，两年嘛，两年或者五年呐、啊，他有这个时效，哎，然后除斥前除斥期间十年嘛，是最多十年，这个东西就要不回来了啦。好，次长请回，部长有没有听到次长讲的？是这一些东西是。最晚民国67年，最早民国51年，也不是机密。纵然是赃物，你也要不回来了，你也不能要回来，是人家的东西啦，没有追诉权，刑事。你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你说什么？来来，你直接跟直接讲。不要偷偷那边讲啊，这样讲我听不到。委员好，我是法律事务司的处长哈。那他们在查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委员的意思，说这可能是40几年、50几年到现在。啊，你们都已经知道，人家网络已经告诉你了。但是他什么时候取得这些文件哈？这个保防处和宪兵他们什么时候取得跟你无关嘛？因为是民国67年、51年早就出来了，你们什么时候遗失的？你们不自己不会查？你们自己不会查你们什么时候遗失的、啊？你打算说是昨天才遗失了吗？五六十年做的文件，不见得是还要硬凹，做完了就遗失了。硬凹啊！那请问你什么时候遗失的？鲍伟，这个可能宪兵可能还要查，不知道对不对？你知不知道什么时候遗失的？我不清楚，不清楚还回答什么？法律是这样玩的吗？你法律师的，法律是这样玩的吗？鲍伟，所以说这件事，所以说你们乱搞嘛。所以说，请回。好，部长。刚刚啊，总统讲话了。总统说，我们的行政院长，行政长刚刚讲话说什么？这些有问题的人要调职。总统说哈，还有资深将领说，这是总统的职权，谁都不能调。你赞成这个说法吗？所以换句话讲，你们敢自意而为，国防部这一些人敢自意而为，总统给你们撑腰吗？啊，不是。行政院长调不动你们吗？是不是这个意思？跟委员报告，我刚刚一开始有讲过，这个在国防部以往就有案例哦。我们为了侦查的公允，我们会对相关啊有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我们也以前就做过调整，好，让这个整个侦查上不受任何的干扰。所以换句话讲，那有人说这是总统的职权，你们不能调，然后打脸张善政。那换句话讲，你现在是打脸总统府是不是？我也没有打脸任何人，我是国防部长，我就要做这件事情。好，部长有担当，这一点我欣赏你。讲实在话，那我再请我们次长，哎，谢次长，麻烦你。啊，法律界前辈，所以我还是要从你的嘴巴讲出来。如果在一个古董市场，在一个古董市场，有人在拍卖古董，这个古董啊是英法联军。遗失的或者被抢走了，啊，请问你们法务部会派人说那个是赃物，然后呢，你们现在就去把它追回来，然后你们就派检察官，就派你们的司法警察去把它抓起来，会不会？应该不会吧？不会哈。好，请回，谢谢，部长。哎啦，次长请坐。部长，听到不？这才叫法律啊，懂不懂？跟委员报告，这个事情当然我们这边也有很大的教训。我们当初的看到这些文的时候，我们的同僚。他们也是在思考，他并不是要去侵犯人权，他不是侵犯人权，为什么要人家被同意签搜索同意书呢？我跟委员报告，这个程序上我们是有些过当，或有些我们请北检来调查。可是我们的用意是为了了解到为什么这些文件会出去。部长，我从谢次长的口中要告诉你，自从军事审判法被废掉以后。
我发现你们真的是法律知识严重欠缺。宪兵队啊，那个宪兵司令来，请一下来。宪兵队有司法警察的权利。你们宪兵队里面有多少人法律系毕业的，具有律师资格？有几个？人数不多。人数不多是几个啦？一个、两个。报告员，我这边没有确定，没有确定资料。好，司令请回。部长，逮几个大条啊啦？今天早上啊，司法委员会通过两个案子，要取消宪兵的司法警察权。一个洪仲丘的案子，让你们军事审判的权利没有了。现在出现这么一个案子，你们现在宪兵的司法警察权要被修法要拿掉了。你们以后办案子啊，如果没有司法警察权，那你们惨了、啊。以后你们啊，军中有什么违法，要请警察进来了，样样要报检察官。这件事情，你们不知道它的严重性吗？我们当然知道，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会再跟委员沟通，再报告。因为这个整个的宪兵，刚才宪兵指挥官也讲了，他的职权是什么？不但维护军纪，也有维护我们军中内部的一些调查。我们并不是想要去对啊一般老百姓做任何的调查，因为今天人民看到的是军人的扩权呐、啊。包委员，我们没有扩权的想法了。没有扩权，你侵犯到一般老百姓的权利？宪法第九条怎么规定的？这个我们就检讨吧。宪法第九条怎么规定？如果我们失职，我们愿负任何的。非军人不受军事审判，这一条真正我们宪法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要避免军人干政。非军人不受军事审判，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给司法警，要给宪兵有司法警察权？要维护军纪，军中的犯罪希望由你们直接用这个军事的警察，宪兵叫 NP 嘛，军事警察要给你们这个权利，结果你们滥用这个权利，在以前威权时代你们用了也就算了啦，大家都忍了啦，在已经进到民主时代，你们的军事审判权都被拿掉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检讨。我们是在检讨啊，检讨怎么会去侵害一般老百姓的权利呢？这个应该报请检察官，由一般调查局或者一般的警察机关来处理啊，怎么会是你们自己就砰砰砰砰砰就过去了呢？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你们今天捅了个马蜂窝啊，你们会把你们自己以后要处理的这些司法警察的权利通通给，搞不好人家就真的把你拿掉。哎，这朝野一致同意，大家火大的不得了。哎，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你们现在这件事情的善后工作，刚刚没有人提到，我在这里提醒你，你们真的善后工作，就司法警察权啊，这个真的是大问题啊，大大大的问题啊。为什么大大大？因为很重要，讲三次啦，真的是大问题啊。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要告诉你们，在这个警察权没有被拿掉之前，你们要表现出你们自治的行为。检察官很喜欢用宪兵，我们也知道，因为宪兵忠贞，不会泄密，不会跟一些商人挂钩。那警察可能有一些久了比较有问题，所以喜欢用宪兵。所以除了检察官在指挥你们去帮助他们做一般的司法案件的侦查等等这些动作以外，我在这里剩下几秒钟，部长下个命令，给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自己也要下个命令，给所有的宪兵队，以后除了检察官指挥要你们去办一般平民的案件以外，老百姓的案件以外，所有老百姓的案件不要再办啦，不要自己乱搞啦，这是我最后给你的忠告。这个我们会照这个方法来做。好，谢谢你。好，我们下位请吕玉玲啊委员。主席，先请法务次长。哎，委员好。次长，每个委员谈论了这么多重要的证据，我们的录音档现在在哪里？我因为刚刚我听这个录音档，所有的档案，早上我们都开过记者会，是法务部你们的检察官
也有提出来说还没有到你这边，所以我现在问在哪里。因为他们县政府这边讲这个案子移送到别检，那是不是在那边？我不在哪里？档案在哪里？是不是有在别检呢？这可能他在进一步查，还在可能。你们距离有多远呢、啊？这个资料最重要的证据在哪里？不知道。在这个侦查的个案里面呢、啊，他别检在处理。所以你说这个录音档在北检，确定在北检吗？我没有确定，因为这个呢，是不是在他们那个地方？因为这个案子里面呢，相关的证据资料应该是北检这边呢，他会必要那国防部调查。在哪里？谁可以回答在哪里？早上在记者不是明确说了吗？现在又不知道在哪里。最重要的证据要公开给全民知道，才会真相大白。现在又推来推去，不知道在哪里。跟委员报告，都露身门了吗？相关的卷证已经移送到士林地检，那么属于这个宪兵队非法搜索的部分，在台北地检署。确定。确定在台北地检署。好，那请回，请部长。在台北地检署，证据就在那里。这件事情发生在2月19号，我们国防部、我们的宪兵队大队人马用钓鱼方式去找到卫星的民众，问讯四回，家里搜索，取得证物，又在3月1号，又请他出来，给了15000块，这个是证人费，还是封口费，还是什么费？就表示确实有这个案子。那国防部你们的态度呢？所有的档案追还到原始的真相，每一件公文你都必须要保存归档，所属单位现在在网络流传这个所有的公文属于哪一个单位？部长，是属于哪一个单位的？一个是宪兵指挥部他所辖的这些单位，还有一个是总政战局。怎么流出的？当时都没有归档吗？就算没有电脑资料，没有电脑归档，人工手记还是会保存归档啊？你说你84年就销毁，这个事情发生在50几年。这三件公文是总战局的公文吧？是总战局的公文。你们的公文有归档保存吗？报委员，他这个部分，这三份公文是我们政战局的公文，那当时都有保管，但是这我们在销毁的时候，它可能是早年的，不能拖了早年啊。是人工手记，我公家机关我待过了，档案室我待过，所以我知道所有档案保留，不管你是7年、10年、20年，通通会送到档案室保存起来。以前都没有这样做。有。这三份公文当初是登记的是销毁，那可能是在销毁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产生了这个销毁程序可能有失误的地方，所以是今天就要就责相关人员调离现职，是查清楚好不好？是好，你请回部长。事情发生这么久了，19号到3月1号到今天，还在他的女儿上网之后，全国才能够知道。所以我要问，你们请这个卫星的民众出来之后，你们有没有先请教检察官？有没有先报告检察官？有没有？我所了解，他们并没有，并没有。三天内呢？这三天内有没有报告？有没有据实报告所有的案情？没有，没有。宪兵，我们的法律素养怎么这么差？难怪你们的权利都被拿走了。
你最少军事审判权这些，还有刑法的，还有我们的警察权、司法警察权，通通都要约束，要经过检察官指挥下令，你们才可以做。今天这件事情，你们说用钓鱼方式先了解清楚，那你们为什么？为什么还要给封口费呢？这事关这么重大吗？你们做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子？一点司法程序公平都没有。报告委员，他不是叫封口费，我刚我们那个政战局也报告过。啊，证人费吗？不是，他当年是奖励金吗？也后续还有没有其他的公文在外面？你要追上游嘛？对，就要追缘起是怎么回事，希望他能够告诉我们或配合这件事情，是跟他谈这件事情，不是去讲别的事情。我们卫星的民众也写出了一封由律师作证的公开的陈情信，也说到是你们要求的，怎么会是这样子呢？被迫的，你就要写同意你们去到家里去搜查证据，同意配合什么，这都是你们的要求嘞，难道没有被破坏吗？啊，鲍委员，这个整个这白色恐怖又发生了吗？鲍委员，二二八才刚过而已。鲍委员，不是，是不是这样子？他有他表达的权利了。我们这个已经交给北检了。如果国防部有错，国防部有失职的地方，我们愿意来追究这些责任。你要追究责任，就要把录音档公开。这个在北检手上，你不要说调查不公开，不公开哦。不，这个、我们要协调检察官了、啊。这个都已经解密了嘛，也不是机密的公文啊。不，他现在市长呢？侦办中。市长，侦办中。这个案子在北检侦办中。我想他在侦查告一段落以后，必要的话，他应该会做一个说明。今天这件事情，你们从法务部，才从国防部，再从宪兵部这三个部门里面，大家都各说各话，连证据的移交搞到哪里还是不飒飒，早上说一套，下午又说一套，现在又要侦查不公开的情形之下，那现在我们国防部啊，你们要调查，要说清楚。那法务部呢？你如果没有把它公开真相大白，你就是为法务部背书，来的护航法务部，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我想法务部从早上部长的答询到现在，我们始终都一样哈，就是说这个案子呢在北检调查，那他有一定的侦查程序，那这个案子呢，他将来调查了一个段落以后，他一定会跟我们国检这边呢做一个适度的说明啊。本席在这边要求你们侦查之后，限时侦查。一定要把录音档公开，一定要把录音档公开，可以吗？市长，我想这个就看看将来北检他们进度的情形。那这当然，这个侦查将来呢，这个如果结束，看看不晓得就是结论怎么样子的话，哦，当然这个北检呢，他会做适度的说明的、啊。哎，好，谢谢市长，请部长。经过这么多的事情，部长。你让我们的、啊、国防部国军、啊、的形象受到相当大的影响打击，那这件事情你没有妥善的处理会影响很大，尤其是现在档案造成所有国防部各部会都要承担你们的所有的档案，国防部还有我们军方所有资料现在都是有存档归档，都有这样做吗？有啊，按档案法在做，都有在做。是那资料的储存，你们的销毁都是用水消式的吗？我们是按照档案法的规定怎么来做处理的，所以所有的档案都会移交给档案局。该移交的我们就要移交，他如果到期的，他有一个处理的方式。什么是不该移交的？不，我意思说，你说该移交的要移交。就是有些他的档案是永久保留的，或保存期限很多的，或像有些档案要他存到国家档案局去的，我们就放到国家档案局。如果有些是过了保密期效的，我们就按照
档案法的规定来处理。所以我们所有国防部对于法律一些素养啊，真的要好好的再学习了。那还有，我也希望我们的次长回去之后侦办此案，尽快尽快。你的时间要多久？可以公布给国人。我想这个要由台北地检署看案件进行的情形来决定。这个法务部呢，对这种个案呢、啊，一般尊重我们检察官他的这个程序来办理。好，那就尽快公布给国人，赶快的让大家了解，这个是属于一个个案，不要影响到大家认为这是228再度的白色恐怖，对国人的印象非常不好，也有损我们国军的形象，好不好？好，下一位我们请蔡益瑜委员他改书面质询，我们请下一位蔡适应委员。主席，能不能邀请我们国防部部长备询？委员好。嗨，部长好，来。部长，我首先确认一下，您今天的报告的题目是什么名字？能不能再请您附送一次？这个宪兵非法搜查事件报告摘要，这是委员会要求我们以这个名目来写的报告。哦，好，所以是委员会要求你写这样写的。好，那我在这边首先先请问你一个问题来说明。按照刚才你们几位相关人员的回答，这个案子在2月19号的时候，政战局收到这个情资，然后加以调查嘛，对不对？没错嘛，对不对？来，然后2月19号调查之后，你们2月19号是不是就拿到公文了？没有公文，没有机密的公文啊？你们什么时候取得的？是3月3号。3月3号取得，是你们什么去找？政战局，对不起，报告委员，我们是讲的是政战局这一部分。那宪兵队2月19号就取得了，是不是？我们当天就取得了。取得了。那2月19到3月3号这段期间，宪兵队拥有这三份文件在做什么？2月26号就将这个资料的审定送到政战局。怎么样？再讲一次。台北宪兵队在2月26号就把这个公文的审定的公文报到我们宪兵指挥部。我们宪兵指挥部在3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送到保防安全处去做审认。那你们这个礼拜除了公文履行之外，你们还有做什么事情吗？做全案的整理，全案的整理，所以你们把这三张公文整理，从这个台北宪兵队送到司令部，要从2月16号跑到2月26号，然后2月26号宪兵司令部再送到我们的政战局保防处，是几月几号到的？3月3号。哦，所以你们这个公文要跑这么久的时间呢？公文要跑这么久的时间呢？好。所以3月3号到达宪兵，到达政战局保防处做什么？做审认。审认什么东西？他的机密等级。审认他的机密等级。那今天是几号？今天3月7号。那3月3号开始审定，你们开过会了没有？你们开过会了没有？报员，那这个机密审定今天可以完成。今天可以完成。今天可以完成。你们的机密审定的正式名称叫什么会议啊？因为他这一份文件呢、这一份文件是50、60年代的，那他是在国家机密公布施行，国家机密保护法公布施行之后，他2年之内没有经过核密程序，其实他就是解密了。那我们现在只是回一个公函给这个宪兵，所以就政战局保防处来讲，
啊，到底你有开那个机密审议委员会不？这三个文件很单纯，就不用开嘛，对不对？总算你讲的就良心话出来了，各位都听到了嘛。其实这三份的文件送到我们政战局保防处的时候，一看就是五六零年代的公文，就不需要嘛。是，保定你听到不？部长，你听到了吧？我了解，这就是专业的答案告诉你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哦？早上我在这边质询外交部部长的时候，外交部有个类似的案例，跟你们一样，也是在五六零年代的时候，有关于钓鱼台的相关公文遗失了，然后呢也被上网拍卖了，然后呢陈列在对岸的上海。我也问了外交部部长，我问部长说，你们要不要派人去调查？部长说不需要。外交部长说呢，很简单，五六零年代公文早就逾期失效了，所以根本没有问题，连调查都不需要调查了。不对，你听得懂不？我们知道，听懂意思了吧？这就是同样一个法律案件，国防部跟外交部法律素养的差别啊。所以为什么刚才徐国荣徐委员说，司法法制委员会要把宪兵的所谓司法警察的身份把它拿掉？部长，你不会觉得很难过吗？我当然会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要从长计议。你不觉得很难过吗？你做一个国防部的部长，你的任内。你的所谓的宪兵队司法警察的身份有可能会被拿走，你不就去那边走啊？这很丢脸呢。为什么？因为你的部下该有的法律常识都没有啊，该有的法律常识都没有啊。就是大家都公务员的心态啊，二月十九号就已经取得公文了，还要来一个公文履行一下，送到我们的宪兵司令部。在宪兵司令部3月3号才送到我们的政战局的保防处，一看啊，原来这根本就不需要。我问一下我们的政战局保防处哦，你公文回复给宪兵指挥部了没有？即便是不用审认，还是要完成一个签奉核定的程序啊。所以现在的公文签奉了没有？我们现在还没有签奉，但今天还没有签奉，今天可以完成，今天可以完成。今天可以完成签奉的时候要签到谁？保定，还是政战局局长，还是立德赛啊？局长就可以，局长就可以了，是不是？那局长，你今天签完之后，就会把文发回去给宪兵司令部，宪兵这边转给宪兵队，告诉大家说这全都是误会一场，是不是？没错啊。是。那麻烦你们也要把网络上把这张公文公开，可不可以？报告委员，那后续我为什么叫你们把它公开？吼。这也是让我们全国的国人都知道说，这件事情本来不应该发生的啊，本来不应该发生的啦。其实你自己去想一想，有点像是乌龙事件，可是就是我们相关的政府官员脑袋不够清楚，法律素养不够，才会导致全国都在关心这件事情啊，导致说还有在司法法制委员会说要把我们宪兵队司法警察的身份给他拿掉，我都觉得要替你们感到难过才对啊。好，讲到这边为止啊，我再继续请教啊。你说到目前为止，你们初步的审视是确认这个没有机密的必要嘛，对不对？所以会签给局长之后，会发文给我们的政战局，对不对？好，跟着发文给宪兵指挥部，对不对？宪兵指挥部再会给我们的宪兵队嘛，对不？所以你宪兵队还没收到这个公文嘛，对不对？所以到目前为止，你还不能确认这个案子目前状况公文到底是重要机密公文还是非机密公文嘛，对不对？是不是？是嘛？那我问你啊，那你为什么会在三月一号接洽魏明，要给他用奖励金呢？为什么？报委员，我们当初在三月一号跟魏明接洽，是希望能够他能够提供我们，有关这三份文件的来源、数量跟流向。我再问一下哈，要求去接洽魏明是谁决定的？就是三月一号再去一次谁决定的？也是政战局局长、保防处处长、宪兵指挥官，还是宪兵队队长？这个部分的话是他们保防安全处他们有签上来，那是说保防安全处签上来的，是。保防安全处谁签的？是你们保防官签的，是不是？啊，公文什么都没看到，你就先签了，你还没收到资料啊？
你还没收到资料，你就可以先把这个内签一个公文说，说我们要给他一个奖励金，你不觉得逻辑有问题了吗？鲍委员，你好歹要照刚才我们这个保房处处长讲的，我们至少先看到这个公文的内容，才知道要不要继续追查的必要性啊。你侦办案件不是这样侦查的吗？鲍委员，这个奖金不是针对公文的内容，是针对这个案子，我们希望他能够提供我们。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是你说你们按照的是陆海空军奖励条第十二条第十项嘛，对不对？你知道第十项是写什么？要不要念一次给大家听一下？第十项是什么？鲍爷，这个资料没有带在手上。来了，读一下啦，读一下，那里面写什么？我跟你讲吼，陆海空军第十二条吼，非陆海空军现役军人或非军事机关团体有左列事迹者，予以奖励。你的第十条是什么？你知道吗？尽力于有关军事工作成绩优异者。哦，这是成绩优异者，你们是这样认为的、啊？我们的处长跟局长是这样认为的吗？然后按照他的施行细则、哦、或者是他同样的、哦、第十三条，十三条你有没有看到？这三条你有看到不？非陆海空军现役军人或非军事机关团体及外国人之奖励，由中央二级或相当二级以上机关。直辖市政府、直辖市议会、县市政府或县市议会报国防部核定之。问一下部长，你有没有收到这个核定啊？报告委员，其实我刚刚跟您报告了，这个是去了解到他。你有没有收到这个核定？这个事后我们都知道这些事。事后，他要先报核定，你才能够给钱呐、啊。你有没有收到这个核定？请你告诉我。三月一号以前，国防部有没有收到我们总站转过来的核定公文啊？要核定这笔钱，要给他，要核定嘛，对不对？是，有没有？我有了解这件事情，可是了解这个事情的真正的，否定是你我会给你铁公文出来哦。嗯，你三月一号以前你有没有盖章的公文哦？我看公文，除非说你们又不按照陆海空军奖励条例给的，还是我念错法条，我不晓得。第十三条跟委员报是要转国防部核定之啊。他发这个奖金的目的、哦、不是说去做封口或做那些。我没有说你封口，你自己讲的哦。我可从来没跟你讲，我是问你说，按照你说你用第十二条第十项办理续奖嘛，对不对？第十三条就规定这个续奖要由国防部核定嘛。我在问你说，你三月十一号以前，国防部有没有核定的公文？有没有？有没有？我了解这个案子，他们说他们要去了解核定的可能是，鲍委员，那个核定是我们局里面核定的，可以吗？我们可以吗？有获得授权，我在我的权责下是可以。政战局局长可以获得国防部的核定这个一万五千元的奖励金吗？你要不要把公文公布一下？鲍委员，他这个我们的奖励金有核判的权责了，就是说有个标准，你几万块几万块有。有啦，我有看过那个规定，你要再看一下那个规定，那规定怎么写的？一万五千块的规定怎么写的？你们并开矿吗？要不，你要不要翻出来看一下？部长，你这样越讲会越漏气哦。我跟你说，我跟你讲得很清楚哦。第十三条是这样规定，我是要提醒部长，麻烦会后啊，你讲你们三月一号要给卫民的这个奖励金一万五千元的公文啊，交一份过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就我们的认知是应该是没有，至少我所知道国防部按照这个规定是要给国防部核定了，但国防部你并没有核定这件事情啊。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你按照陆海空军奖励第十二条第十项跟第十三项，这就有问题了，这就有问题了。然后再加上我刚才告诉你们的啊，就是说你自己一直讲得很清楚，你们到目前为止三月三号才收到文，才决定说这个不是机密的文件嘛，对啊？那我刚才讲外交部的处理方法，人家都可以这么处理掉了，你们国防部的处理方法就更加完全不一样。鲍委员，这个事情我跟您报告，就是说这个整个、哦、他最后的一个，他发这个钱是为了去了解后续还有没有东西。那我问你嘛，那如果要发这个钱，是不是规定是他要先提报资料之后再发奖金？是不是？也没错啊。嗯，证人法证人，我们的证次在这边哈、哦，法务部证次啊，提供相关的资讯是提供完之后才有奖金吧？还是提供前就有奖金？请问一下法务部次长，应该是提供资讯吧？他告诉我提供资讯就有奖金啊、嗯。
委员，因为他没有提供，所以我们这个钱也没有发。好，所以你们说你们核定了奖金了嘛？所以你就是矛盾了啊。成标准的作业是他先提供了资讯之后，你们回来再内签给予他奖金，这才是奖励金的规定啊。结果你们自己刚刚告诉我怎么样？你们告诉我说，你们还没有问过当事人，就先内签一个奖金。然后我们的政战局长说，我还代替了部长做了这样的一个核定。然后我们去找了当事人，当事人婉拒说我没给钱，你也艺术家呢嘛？所以这我们违法。好，以上，谢谢。好，下来我们请管碧林管委员。谢谢主席，我们请部长还有他所需要相关的各位幕僚，好不好？你们大概来了哪几个相关单位？现在有什么相关单位？你们两位？县令部跟总政局。司令嘛，哈，那政政局是局长嘛，对不对？相关就这两个吗？还有谁相关？这件事情还有谁相关？那个安全队不算吗？军法安全队有没有人？安全队的角色是什么？好，我们有保安员处处长在。还有什么处？安全处。保安嘛，好，保安也是嘛，好，大家都有责任吗？都有牵连吗？都跟这个案子有关，都有关。那怎么办？全部调离现职这一排，因为。张善政院长他是指主管嘛，相关嘛，刚刚已经都录音出去了，这些都相关，部长口中亲自说的，都相关。我们看他们牵扯的这个情节的，轻重。那个张院长说，相关主管调离现职，接受调查。所以，部长，你预你的名单是谁？是不是主管，还是弃车保帅的余文？不会，所以是主管，对不对？对。那主管到什么层级？就今天来列席的层级会不会办？我们会针对政战局跟宪兵司令部来。你说 yes or no？ 来，好，那就前两位政战局跟司令部跟政战局两位主官，也就是局长跟司令，这两个会不会办？会不会先调离现职？这两个就是第一层嘛，后来保安才进来嘛。那这两个直接指挥跟直接相关，就看谁直接指挥了。有些只是说在一个是执行面，所以你是要找余文吗？对啊，我没有找余文，因为你不是找主管了。他们都是主观主管。是啊，对。好，那你要办到哪一层主管？你要办到哪一层主管？第一个答应我，一定是。主管而不是 军人而不是基层，好不好？是主管而不是基层，不要牺牲基层，不要办余文，然后不办主管，这答不答应？我们会回去啊，还回去？我你今天晚上就要完成行政程序。我们回去会召集我们的会议，我们有我们的程序。你连我不牺牲基层你都说不出口。可以啊，我们当然不会牺牲基层嘛，当时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好，那你要到哪一层的主管？敢不敢办最高层主管？如果他有违失的话，我们按情节来检讨嘛。这整个事情是重大违失啊，然后他们不需要负领导责任，他们不需直接负责吗？手边有没有人？其实只是调离现职，本席是认为应该停职待查。今天你们的长官院长跟总统谈完以后，只是调离现职哦。连停职都没有吧？这算不算停职？调离现职算不算停职？你们会怎么处理？我们以往的案例，我们都是调离现职。那算不算停职？调离现职没有停职嘛？因为他只是调离现有主管职嘛。是的。连这样你都下不了手？会啊，我们会，我已经跟委员讲，我们会来做。第一层主管下不下得了手？他情节有到这个程度，我们当然要做。整个情节非常重大。为什么？因为事实最后证明乌龙办案，确定了嘛？它不是机密文件嘛？不是机密文件，怎么会有赃物罪？怎么需要搜索？
怎么需要规避检查系统违法办案？完全不需要。最后发现这一切竟然是一个乌龙，是乌龙哎，部长，你们比豆豆先生还不如哎。豆豆先生的过程整个是乌龙，所有有关他的电影里面的结局都充满了人文，都充满了悲悯跟价值，你们却从过程是乌龙，从结局也是一个大乌龙。部长，最后变成乌龙，对不对？承不承认？因为文件审定的结果连机密都不是啊，部长。可是我们当时情节重不重大？刚才委员讲了说这个影响到人民权益的东西，当然是我们要深刻检讨的了。来，那个法制是不是次长负责？啊，你们法务司还是谁？你们现场最重要的法制主管是谁？委员好，我是国防部法律司。两点，是第一点，有罪推定，最后是乌龙。第二点，整个过程没有正当法律程序，就这两大重点。以你学法律出身，情节重不重大？如果照委员所说的这样的话，当然是情节会重大了。啊，事实是不是如我所说？报委员，因为我的了解，他们好像没有违反我已经告诉你无罪推定啊。当然是有罪推定，因为最后是这个他，你知不知道他已经讲了这句话，不知道内容，不知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就推定是赃物，而且不知道他何时取得，就推定是十年内以赃物的方式取得，这都是有罪推定啊，都是完全没有证据法则，完全没有事证的情况之下的有罪推定啊，然后就启动无票搜索啊，这种事情你在这里不敢讲真话，部长，这件事情我难过，我心痛，其实这个事情非常简单。历史学者告诉我，转型正义、白色恐怖相关历史文件史料库最大宗就是在军方。目前公告的跟掌握在军中，而是黑箱未公告的，相较差不多只是1:9。绝大多数转型正义的主要的史料在军方，可是你们有做了一些，但是零零散散，毫不完整，甚至于连目录应该如何移交、主动被动移交之中都不完整。最严重的是从1992年以后，我们开始精实精进方案，很多机关整并的过程，大量烧毁档案。譬如说，以三军大学，它要整并各国防大学来讲。国防大学整并各三军大学来讲，烧了好几天。就在这整个精实过程，组织裁并、档案没有好好管理、销毁很多、移交混乱的时候，造成很多档案流失到民间，这成为历史学者晚近以来在中古书籍的收购上面最重要的来源。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你们今天弄乌龙办案，造成白色恐怖，哪有那么复杂？就是流失民间，成为私人财产，最后证明根本不是机密文件，时间要解密。可是这些东西如何珍贵？主席，对不起，一分钟，我举一个例子，它对于我们转型正义的真相了解是多么重要。本席手中的这个案例，有一个人姓黄，他在自白运动之中，他检举一个姓刘的同僚，而这个姓刘的同僚是他的高中同学。民国39年的时候，他们在战乱之中，姓黄的听姓刘的高中同学曾经无意间跟他讲过一件事，说我看到报道，我的姐姐在上海好像当匪干，一句话。民国51年的白色恐怖，他们在求生存的过程之中，
他检举这个同僚，所以你看，民国五十一年逼迫一个人要检举他的同僚，而那个同僚是他的高中同学，而检举的内容，民国五十一年检举的内容是民国三十九年的时候那个同学讲的一句话，他姐姐可能是匪干，然后他开始有罪推定说可能因此导致我这个姓刘的同僚偶有思想偏差，这是一个大时代当中如何悲惨的故事，这是一个我们研究转型正义面对真相的时候让整个社会震撼惊心跟沉痛反省的时候多么重要的历史文件，多么重要的史料，这是从中国大陆随领袖来台的军官，他们必须互相检举他自己的同僚是匪谍。另外一个案件是台湾的子弟，我们高雄长明街的子弟去当兵，他必须证明我过去曾经是台独，请你，可是我已经悔悟，请你给我赦免。这些全部，这种文件哪里涉及国家安全，哪里涉及国防安全？它涉及的是什么？是转型正义最重要的基础，揭露史料，转型正义的基础，揭露史料，了解真相，平反正义。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转型正义是什么？它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如果有这些东西，转型正义会触动所有的人支持我们要走转型正义这条路，因为大时代有这么悲惨的过程，有这么震撼人心，这么让我们难过，让我们悲悯之心油然而生的大时代的悲惨故事，一个又一个，就是这些文件珍贵之处啊！你们今天把它当作乌龙办案，比那个电影的情节还要戏剧化，约到捷运站，叫到车上，写同意书，问题是搜索回来，你们看你们的第三页，你们也没有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搜索完、取得证物完、侦讯完，立刻赶快移交给检方，也没有依规定三天之内移交给检方。你们竟然开始走行政程序，所以你们今天第三页竟然跟我讲，你们是在进行行政调查，你到底是在进行犯罪侦防，还是在进行行政调查？哈？今天拿到立法院来的报告还说你进行行政调查，还真的在搞行政，还真的赶快开始去走行政程序，都忘了检察官的存在，你搜索票可以说我不找检察官，我找他自己写，我侦讯完毕我总要移交给检察官，总不能就在我的手中吃案吧，你们先乌龙办案，然后想要吃掉这个案，结果揭露了以后整体变成是一个大乌龙。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被揭露，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被揭露，你们会让检察单位进场吗？部长，我对我们的国军的良心还带着期待，真正的良心是在这里要讲真话，不要再包庇，不要在知法犯法之后还不愿意讲真话，不愿意让社会大众知道你反省到什么，不愿意让社会大众知道说你们放心，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而那个是经过你们彻底的反省，让我们才能真正的放心。你们今天都只是口头告诉我们说你们会放心，可是你们的所有的语言都还在知法犯法之下的辩护，我无法接受。所以最后只剩下一件事，就是你的调离现职的处置跟你的惩处，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你们真正的反省跟责任？谢谢委员，谢谢管委员。政战局局长，宪兵司令，一定要放在你的调离现职的名单，否则没办法交代。好，我们接下来请下一位林俊宪委员。
谢谢主席，本席请部长，请高部长。委员好，部长好，想请教部长，你知不知道一天在网路上有多少东西在拍卖网购？我不清楚。统计上啊，一天有超过100万件啊，有100万件的东西同时会在网路上啊进行网拍。那请问，军方有在做网路的安全侦防吗？那你怎么会知道刚好魏先生在卖这些档案呢？一天有100万件呢、欸。鲍委员，这个我跟你讲，我们没有，我们只是军方是不是有在做网路的安全侦防、哦？我们在了解网路上的热点，或了解网路上哪些啊、哦、有影响到我们这些啊、哦、国家安全的事情。什么国家安全问题？这个是国家安全问题吗？不是，就是我们是在。那你如何去了解知道说魏先生正在卖这些东西？其实他。你怎么会知道呢？我们真是在网络上无意间发现的。这个无意间发现的，网络一天有100多万件东西在卖，你们刚好那么碰巧，无意间去发现，魏先生刚好在卖这三件应该要被销毁掉的档案，无意间会发现，太巧了吧？不是，军事安全总队啊，他是有。我跟您报告，我没有监控，我们他我质疑军方啊，针对特定的事物啊，在网络上做安全侦防。今天啊，国防部保安处有说，这三件档案啊，其实是你们核对过的，因为在你们一份注记里面，这三件档案。应该在84年就已经销毁掉嘛？你承不承认这件事？他有他倒闭期限，应该按照这个来做。而且他特别注记哦，在民国84年，这三件档案啊，应该是以水销的方式给销毁了。我实在很好奇呢，这水销是什么样？泡水啊？不是，那你们销毁档案有哪些绝招啊？有水销，那有没有火烧？是，对不起，跟委员用剪刀剪啊，跟委员报告水销方式是来销毁这些档案。是我们过去都是送到司令职场那边用水销的方式。那我再请教你哦。是，所以你民国84年，当时差不多在那个时间点，你就在大量进行一些机密档案的销毁。不是，不是啊、哦，那怎么会只有这三件有注记？鲍委员，我们是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会做一个文件的一个。保安处有特别提到，他去查去核对，网络上拍卖的这三件，就注记在应该在民国84年就要被以水销方式给摧毁掉、给消失掉的档案嘛？是，结果没有，原来流落在外面，是不是这样子？是。鲍委员，这个过去不知道多少档案啊，是在那段期间呢、啊，是被你们处理掉了。林宅血案呐、啊，陈文成命案呐、啊，那些机密资料是不是都这样子？鲍委员，水销有没有火烧？没有，没有，不像委员所讲的这样子。我们的公文，我们公文都是有它的一个核定的时间。那可不可以请你公布啊？那到底国防部销毁掉多少白色恐怖时候的秘密档案？机密级以上档案销毁，你们都有注记哦，是今天国防部保安处所讲的，被你们销毁掉的档案，你们都有注记，可不可以把这份注记给公布？是，我们要需要点时间去把它收整出来，是，那要需要去收集出来，因为你们一对就知道说魏先生网络上卖的这三件已经在注记上，注记在当年。84年就应该销毁掉的，是。可见你们那份注记啊，很清楚嘛，你们都在核对，是不是这样子？部长，今天这个案子引起社会啊，非常的愤怒，因为你们还说谎。比如说刚那个保安奖金啊，一开始不是否认吗？县令部的政战主任不是说没有保安奖金吗？没有，我们一开始在县民可能好，那我请教了，为什么了解？
为什么保安奖金刚好一万五千块？为什么不是两万？为什么不是三万？为什么一万五？局长的权责，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的权责也没有到那么高。你权责是多少？是我们的权责，我的权责是到两万，两万。要胡说八道！你权责依据哪个权责？哪个办法规定的？哪有什么权责不权责？报告委员啊，我们国防部啊发奖金，它有一个规定，比如超过多少钱是谁来核？那怎么会有一万五呢？对不对？他所以他跟你说啦，因为那个魏先生他这三份档案，他就是要卖一万五千块嘛。啊不，这个有卖一万五千块吗？他就要卖一万五千块嘛。他不止你们办案真的是，如果真的需要这三个档案，也要用合法的方式，你就直接去把它买下来就好啦。还钓鱼，还是假装要买普洱茶，他是公开要卖，你就把它买起来嘛。我们军方办案能力这么差，他是要卖呢，你钱给他东西就给你了，你要叫他带，还带他回家。报委员，如果我们直接向他买下来的话，那我们就有陷阱教唆的这个嫌疑了。教唆什么？回去法律重新念一次啦。不然申请检察官指挥办案嘛？我请问政战没有军事审判，我政战怎么可以指挥你去办案？啊？报委员，我们并没有指挥他们去办案。怎么会没有指挥？我们只是提供资讯。什么提供资讯？是，他是听你们的指挥，才去把这位魏先生给钓鱼骗出来。现在没有军事审判法了，哇！所以你们是无法无天呢。这个案子，你要嘛就依照合法的程序，你可以申请指挥官来指挥侦办，你也可以有很多其他合法的技巧，你可以来合法的取得这些档案。你知道今天就是因为啊，你们用侵害人权的方式，才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反弹。然后从一开始啊，军方都不愿意承认真相。你后来不是约他到巴黎那个全家便利商店吗？还好有拍到哦，本来也否认哦。后来便利商店啊有拍到啊，我们两位宪兵啊拿一万五千块，要请这位魏先生签那一份。就是你们指称的保安奖金嘛，部长你知不知道？我看了报上有看到这，有看到吗？哈，我很好奇，那你们拿那一张要给他签呐，那一张可不可以借我们看一下，上面写什么？可以吧？那是保安官有吗？有那个，你给我解释一下。有吧？那委员，那是一份切结书，那切结书里面主要是希望他能够协助我们。我很好奇嘛，借我们看一下嘛，可不可以？是我们就是在超商，是我们另外提供各位委员参考。在超商的时候，是你们有宪兵到场，拿一万五千块要给这位魏先生，是保安官，是对不对？是啊，保安官嘛，是给魏先生所谓的后来你们说的保安奖金，结果保安奖金才发现呐，从来没发过，以前有没有发过？这种案子是我们是第一次碰到的，第一次碰到，所以从来没有保安奖金这种东西，就专门给魏先生的，所以说魏先生是第一位破纪录的领到保安奖金的人士，对不对？太巧了吧！你在网络上刚好碰巧发现他在卖档案，然后他从犯罪嫌疑人变成可以领奖金的人。而且又是第一位领到保安奖金的，所以部长，这个事情啊，要把它停止风波啊，就是要负责。是，只要相关的人负责，没有说不会做错事的，但一定要负责，要真心诚意的负责。你觉得，刚我们同仁提到的，那宪兵司令还待得下去吗？宪兵部的政战主任还可以干下去吗？部长，行政院长都讲话了，我们和已经开始会回去做检讨。什么时候不公布？我们会尽快了。尽快什么时候？我今天现在在立法院嘛，我回去就办这件事情。层级要够，对社会展现负责的诚意。
同时啊，我更质疑啊，这不会是一个个案。你在网络上碰巧只有发现这一件吗？你从民国84年那段时间，你们到底销毁多少秘密档案？像林宅血案、像陈文成命案这种档案啊，多少白色恐怖的机密啊！报告委员，就这样永远石沉大海。我们销毁档案是按照档案法在做的，如果有违法的，我们一定会来追究的。刚刚主任有同意哦，要把你们被你们经手毁灭掉的档案那些注记要公布哦。主任，你是不是有答应？是。要对社会公布。那个可能都是因为按照档案法里面，它是保密时效过了，或是应该是已经没有保藏的一个年限过了，他会做。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三件你就像你讲的，保藏期限过了。已经不再属于机密了，你何必要这样子去搞它呢？这个整个的程序，我们是真的，委员讲的没有错，我们真是有很多不够周延的地方，也好，部长不够，部长，我在劝你，真心诚意的负责是才可以处理这件事情，好不好？好，谢谢部长，谢谢主席。何新纯委员。那就下来是，蔡适应委员，麻烦。好，我们请刘委员。谢谢主席，请高部长。高部长，请上备询台。部长，我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下，宪兵的军种是属于哪一类？宪兵，宪兵就是宪兵，陆海空，他不列入，对不对？他好，那您知道他们算陆军的一陆军，对，现在的军事审判法已经废除了，所以宪兵在担任司法警察的角色，其实在社会大众的期待之下已经大幅转变。那么很多人期待能够转型，但是没有正义的话，转型一定不成功。那今天早上在司法跟法制委员会呢，针对我们这次的所谓的乌龙事件里面呢，特别提到宪兵担任司法警察的功能的定义，还有呢有关刑事诉讼法里面关于司法警察官的检讨。我不晓得部长这样一路听下来，如果这件事情是部长从头就知道的话，你会要求你的部署应该怎么样处理这样的案件？我们应该跟委员报告，如果说周检察官这个应该是最佳的方法了。那在您上任之后，谢谢，有没有相关类似的案件是由国防部或者是由政治作战局也好，或者是宪兵报到我们的检察官那边去处理的，还是从来都没有？很多，我们相当多，不管是配合检调，或者说我们移送检调，或请检察官来，开搜索票的，应该是有的，都有哈。所以就你所了解啊，我看一个下午你听了那么多委员啊，从各方面各个角度所提供的意见，我想您心里已经有底。我觉得国防部的若干惩处的部分，大概要将近要出来。在你的想法里面，你的惩处方向是什么？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吗？我们会针对他们涉案的，不是涉案的，就是他们对这件事情该负的责任，应该到什么个状况，我们来检讨他们。是我刚刚很多委员有提到，可能有一些主管管的人呢、要停职待查。那您是不是会朝这个方向来处理？我们国军，我们讲的就是，我们把它先调离现职，来让调查能够很顺利的进行。是，那如果你调离现职的人具有将军身份的话，需不需要报告到总统府？我相信我们一般的调差都是要经过。一般的调差是要经过。由您自己决定就好，还是需要由总统来决定？如果我决定以后，我会去跟总统报告。我刚刚有提到，如果是将军级以上的话，是不是要报到总统府，还是您自己决定就可以？应该会，我会跟总统报告。是，那万一总统意见跟你不一样呢？他觉得可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总统应该比我还懂法律吧？是，那这样子我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法务的谢次长。次长，您了解这个案件
目前为止已经移送到台北的地检署以及士林地检署，一共有两案移过去。那因为现在大家外界会质疑说侦查不公开，那有若干的情节啦，或是档案啦，或者是其他的说法，可能相关涉案的国防部的官员或者主管的官署呢，不愿意讲实话。万一在士林地检署或者台北地检署侦查出来以后，觉得呢查无实据，那国防部已经做出惩处了，有没有这样的方向？会不会这样子？因为、对不起，我先插一下，不好意思，因为从今天早上，不管是宪兵也好，或者是国防部也好，都说呢他们并没有违法，他觉得呢这个魏姓民众呢有很多是不实的指控。那万一有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我们的地检署也好，或者法务部会站在什么样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情？就是我说的，万一可能性很大哦，因为他也有这个符合所有的程序，譬如说请这个魏姓民众来签一下哦，你自愿接受这个查询啊等等这些，然后应该有的证据他都有，所有的程序看起来都很正当，那会不会地检署呢就签结了事？我想这个，因为这个具体案件呢、别检在办，那他会根据这个证据的结果来由检察官这边来做个结论。那我想，因为这个案子还在侦查中，可能也不方便做什么预测。好，谢谢。因为我们讲尊重这个检察官，我知道我们都无法对于个案做出其他的预测支持，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官官相护。那同样的道理，今天早上也是一样，有人提到司法警察官跟司法警察的定义，那我想请教一下。在宪兵队里面的宪兵队长官是不是叫司法警察？宪兵队的一些长官啊、士官啊等等，这些都是叫司法警察吗？因为他在这个刑事诉讼啊，229条、230条、231条，他有分他的阶级。在司法警察的部分呢、他就是在宪兵那部分是司法警察，所以要看他的这个阶级的部分呢、他会有这个不同的区别。是，那次长您也了解，军事审判法已经废除。是。那如果按照你的建议，那国防部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你认为最符合的正办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因为这个如果涉及具体的案件，当然在检察官是侦查的主体之下呢，应该如果有检察官的指导，可能会比较不引起这个争议。那因为这个案子呢，事实上他在这个到今天这个情形呢，既然检察官已经去了解了。那我想就尊重他将来了解的这个结果。检察官是事后、就是简报再分案嘛，对不对？所以事实上在、国防部的内部，不管是哪一个单位，他们在行政上面确实有疏失的地方。那我就要请教一下我们的政风室主任。谢谢。政风室主任，政风室主任，您在国防部服务多久？三年多。就您的了解，如果部长要求你从政风的角度来介入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处理比较好？如果是我政风室的话，按照我们支长只能做行政调查，有没有行政上的违失。当然如果有涉及贪渎的部分，那是我们的工作支长。我也很乐意跟委员报告，我来这三年多呢，我们国防部有主动自立自清，在部长的指导之下了移送了这个履带总成的案子，还有八轮假车的案子。你的意思是说，除了涉及贪渎以外，那么政风室就不介入？那如果他涉及违法，譬如说对于一般的人民强制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呢，要不要调查？政风室要不要调查？你要不要先做一个政风室的调查报告，送给我们的国防部长，由国防部来裁决哪一些主官管需要停职待查，或者是甚至调离现职？是，报告委员，那个因为我们政风室啊成立只有20个人，而且没有所属的情况之下，我们有内部分工。这个是国防部长的职责，你这样讲我不能够接受。来，部长请教一下，部长您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来决定你的惩处名单，对不对？您刚多次来讲过，我相信部长在一个军人的尊严以及了解国防部的运作程序上，难以对于社会大众有所适宜的时候，必须要做一定的惩处。那这样的惩处呢，是由哪一个单位？是由原来涉案的单位自己写报告给你呢，还是由你下令来惩处？我们有一个总督察长，是他已经在了解这些案子。那如果委员讲了政风室，我们也可以把他加入起来，一起来调查。
还有包括法律事务师，我想希望也加进去。那同时我刚刚有提到，如果说涉案的主管管呢有将军以上的资格的话，有将军以上的身份的话，您也会报告总统。那再请教一下，像今天张院长有提到啊，必须要有若干的惩处，那这样子会不会侵犯到马总统的统帅权？还是部长您会在这个地方呢跟总统跟张善政院长做一下解释跟协调？跟委员报告，这个张院长他今天发表的建议这个说法，其实我们国防部以往碰了这种案例啊，为了调查的公允性，我们是有做过这种把现职的人员调离现职，以免影响到司法的公正或调查的公正性。好，那我再请教一下，万一地检署做出来呢，其实呢涉案的情节并不大，但是你已经做成惩处了，那你会不会有其他的在其他的补偿措施，还是没有？我们国军以前也有过这种状况，就是说如果说他没有涉案，我们一般来讲刚讲调离现职其实会有一段时间，那到时候如果这样我们会再检讨他，看可不可以复职，这要看整个司法调查最后对他的，因为行政调查跟司法调查我们会尽量能够把它搞得周延。是部长，我刚刚已经提过，我不希望法务部或者是说国防部呢官官相护的关系，然后呢延缓了你需要做出惩处的时间，我们很希望你在短时间内呢，我现在做的是应该委员要求我们做的，或者说大家行政院长告诉我们的，就是行政的一个惩处，行政的惩处，对，应该可以在最近这几天就出来，是不是？就是行政违师的部分我们会尽快做，刚刚委员也交代说要公正性，要把法律事务司跟政风的再拉进来，我们也会遵照招委的建议，我们会这样做得更周延。是因为我觉得在行政调查层面上面、我们希望说能够更公允来处理会更好，但是同时社会大众的事宜啊，也希望国防部能够马上能做出来，因为现在这么大的一个风波是乌龙事件也好，引起这么大的事情啊，我觉得对于国防部啊，其实受到相当多的形象上的损害，也请国防部呢可以深自为之，可以马上断然来裁决，好吗？是的。好，谢谢部长，谢谢。谢谢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好，再来，我们请游美女委员。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高部长？委员好，高部长好，高部长好，发生这么一件重大的事情哈，那你们提出你们的报告，我想要请教的，就是这件事情是谁指挥宪兵队去处理的？这个应该是保防安全处吧？是协调他们去处理争处这件事情？是保防安全处还是政战处、政战部？对不起，跟委员报告，保防安全处就是属于政战局的。保防安全处就属于政战局，所以是政战局下令的。政战局有权力指挥宪兵队去做司法侦查。报委员，我们没有这个权力，我们是提供讯息的协调。提供讯息协调，所以你今天的报告写的是说去做行政调查，请问行政调查可以对一般的人民做行政调查吗？行政调查是后面那一段。什么叫行政调查？你们有法务吧？法律事务司戴司长，他可能误会了后面那一段，我跟他解释一下。委员好，我是法律事务司的处长。是，什么是行政调查？行政调查它就不涉司法的那一个层面。行政调查它不涉司法的那个层面，不涉及法的层面。这个事情，我们的了解是政战局他们获得相关的讯息之后，他们就告诉了宪兵，由宪兵他们来做后续的司法相关侦办的动作。
所以你今天的报告上面写的说，好，审视这个网民这个内容呢，那以及考量网拍文件涉及相关人员个资及立案实施行政调查，所以这个到底是行政调查还是司法调查？你们今天的报告第一页第二点倒数第二行，对，鲍委员他这边要表达的是说，他们政治作战局他们是利用他们的内部的机制在做一个行政的调查，而且厘清相关的管道，然后通报台北宪兵队去做刑事的侦查，他这两段是分开。好，为什么做刑事侦查？因为一般正常国家政府机关的公文不会在外面的网站上面来做一个流通拍卖。那这个是属于一般的刑事的侦查，还是属于军事的侦查？这一般他们是宪兵队收了这个案件之后，他们认为有可能涉嫌到赃物跟妨碍秘密，所以他们立了这个相关的案件。好，那为什么会属于妨碍秘密？依照你们这个所谓的国家机密保护法，你们自己讲的，这是你们的保防处的副处长张国义上校指出说，国家机密保护法在2003年实施后，依照规定，两年内如果未依权责重新核定及解密。所以呢，已经解密的东西，为什么还会有所谓妨害秘密的问题？委员跟委员报告，这我们分两个说明。第一个，他们是要把东西拿回来以后，他们要做一个综合的判断。他这个东西可能是一页，也可能是一份，也可能是好几页。所以说，这个是要由原产之机关去做一个判断。好，去做判断。但是显然，这个50年代到现在，不管怎么样，就是已经超过两年，对吧？所以它就不会是一个机密的东西，这里怎么会有妨害秘密？你们今天已经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们今天的报告真的是非常的荒腔走板。第一个，你们上面写着说，在案情摘要上面写着，本部前于105年2月19号查获魏姓名人于雅虎期末拍卖网个人网页以白色恐怖国防部检举机密文件标题。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是不是帮我们播放一下？是放一下好吗？有没有人可以帮？它是这个标题吗？好，这是呢，民间他们在这个所谓的 PPP 上面这个放出来的。好，它上面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古董文物6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文献某某人台独活动案，哪里有一个机密在那里？你们今天要做报告，你们连个整网页上所写的标题都跟你们的标题不一样。保防处他们当初看到的那个最原始的文件不是这一份，这一份它是那个这是在网站上的东西啊，这是魏姓名人他去买来的时候看到的资料。那魏姓名人他准备要卖的时候是另外一个网页的画面，是这样。那你们当然是从网页上看到，难道你们从哪里看到？是网页，是不同的网页，跟委员现在秀出来是不同的网页。这个网页是魏姓名人他可能去取得这个资料上面所登的网页，但是魏姓名人他委员看到了这个案情摘要第二行开始的这些相关的标题，他是在不是在这个网页，他在另外一个网页，他准备要卖这些东西。保防安全处看到的是那个资料，这就是他要卖的东西啊，所以上面都有标记啊。好，不管怎么样，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已经解密的东西，它本身就不构成妨害秘密。然后什么叫做赃物？这是哪个人犯罪的？这是你们政府官员自己流露出去，所以是赃物，是不是？鲍委员他们是觉得说有这个嫌疑，那宪兵队用这个立案之后，将来移到司法机关去，检察官本来就不会受到宪兵移送的相关的条文来拘束嘛。好，检察官是就这个事实，那你们既然是有嫌疑泄露的，为什么你们不行政调查？不是调查内部谁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所谓的机密文件流落在民间？而且这是50年代、60年代的，而且已经经过60、70年了，没有人去调查。然后今天有人在网络上卖的时候，你们才用一个所谓的赃物、所谓的妨害秘密，然后就开始大肆的搜索。而且好，我再问你们，是鲍委员跟委员报告，他这里的行政调查就是委员您刚刚说了，他们就是在内部在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弄出去的。最后一句话，同时通报台北宪兵队侦处，这个是就刑事的部分送到台北宪兵队去。原先倒数第二行这个行政调查是保防安全处他们自己内部在看这个文件到底是怎么流出去的。好，处长，今天事情发生了，部长，我们希望你们的惩处是大家不是把它全部就堆到
把他推给最底层的那个宪兵，然后把他开刀，然后事情就解决。在昨天发生的时候，我们打电话去问政治作战局，告诉我们是你们政治作战局下令给这个给这个所谓的宪兵队叫他们去查的。所以当然你们讲说哦，现在你们又讲说啊，这个政治作战局呢，他只是要求行政调查，所以是宪兵呢、指挥部呢，他们自己呢大动作，所以错在他们自己。没有没有，是这样吗？他讲的行政调查是保防安全处里面自己要了解到这个文件怎么出去的。好，那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件事情，在2月19号发生到今天，除了现在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以外，还有几件？国防部有没有去了解？因为在网络上拍卖的不是只有这一件，就这三件，他这一次是三件，这是只有这个当事人啊。我说还有没有其他的当事人受害，一样用你们用这种威权时代的这种手法，然后他们吓得连出来申诉都不敢。没有，没有，确实没有，绝对没有。我们会在网络上公告，所以有受到同样这样待遇的人，全部都出来申诉。是，绝对没有。那另外，好，今天你们的宪兵有司法调查权吗？报委员。宪兵依据刑事诉讼法229条、230条、231条有司法权。好，有司法调查权，那个是不是要在检察官的指挥之下？是不是？是不是要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在检察官的指挥之下。可以，所以也可以不用在检察官的指挥之下自己办，是不是？自己办，然后证据自己收取起来，然后自己把它销毁，可以这样子吗？报委，我们一定会做完整的证据的收集。也绝对不会去销毁任何的。好，那你们证据的收集，为什么到今天二月十九号到今天已经是三月七号了？你们这个今天国防部的这个声明里面呢，还会讲说我们尽快的把证据移交给检察官。你们依照刑事诉讼法，你们是属于司法警察，就必须要在检察官的指挥监督之下去协助检察官去做这所谓的司法的侦查，所有所收集到的证物全部都必须要交给检察官，甚至你们没有在检察官的指挥之下，你们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夜间询问，同时没有告诉当事人他的权责，他可以指定律师，你们都这些的当事人应该有的权利，你们全部都没有告诉他。这些当事人应该知道的权利，有没有？我们都有告诉他。好，你把你有告诉当事人的资料拿出来，你们也把讯问笔录也拿出来。你们凭什么可以不在检察官的监督、检察官完全被蒙在鼓里的情况之下，自己施设刑场，自己在那里讯问？我们原来还以为你们只是询问，结果今天你们的报告在第二页里面，你自己写字叙至该对制作讯问笔录，所以你们是讯问而不是询问。而且是讯问到21:35结束，所以是属于夜间讯问，这个都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今天你刚刚讲的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去做司法的侦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你就必须要依照刑事诉讼法整套所有保障人权的制度去做。有没有？你们有做吗？我们刚才委员所提到的当事人应该知道的权利，都有向他告知。也有完成。好，请你们把这些证据拿出来。那另外呢，你们说一方面是讯问，另一方面第二天又变成说哦，感谢他主动提供国有的这精密的资料，说要给他15,000元，你们这简直是互相打自相矛盾啊。是报委员，那个当初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最主要还是希望他能够主动提供我们一些相关的资讯，就是我们想要追他有主动提供给你们吗？是你们用钓鱼的方式，然后去把人家引诱，然后到人家家里去搜索，然后现在后来，然后第二天发现情况不对了，然后赶快要去叫人家，对不对？所以也请你们把这个所谓要他签的这个同意书，那个切结书拿出来，看那切结书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要的是原来的切结书，不是你现在制作的切结书。是。那另外呢，我们在这里也要求部长。因为现在我们在想转型正义，在发生在228事件，还有这个所谓的560年代说这些白色恐怖的这些的事件，我们希望说能够让真相大白，因此我们希望你们所有的这些的文件，在我们的这个政治档案法通过之前，不要销毁，可不可以？全部保存下来，可不可以？委员，现在我们所有的都按照档案法来做。我们其实这个案子，我们就是想了解我们内部怎么会把机密文件搞掉。到底在外面还有多少在流通，所以才会一直很想去了解。其实我们就想知道我们内部到底有什么，为什么
我们的档案会留在外面，到底有多少？ 我想你们要去了解的太多了，因为事实上在我们的档案法通过之前，所有的这些的机密档案都把它当作垃圾处理，也就因为它被当作垃圾处理，那时候还没有碎纸机，或是你们舍不得去买碎纸机，我想那时候应该是没有碎纸机，所以呢就全部把它当作垃圾处理，所以才会流落民间。所以这些东西看你们要怎么样去把它处理，但是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去销毁，因为那是历史的这个见证。是啊，鲍委员，我们不会销毁了。这个我们知道外面有的，其实这三件我们也没有销毁啊。那另外呢，有一点就是我们希望你们所立的这个所谓的专案，这个什么名人贩售，就是你们所成立的这个专案，是不是能够把它废止掉？这个专案还继续存在吗？哪一个？委员讲的是哪一个专案？就是这件事情的专案啊，这个，你们就是因为用这个所谓的什么名人网络贩售，移到北检了，北检要主动调查这个案子，他不只是调查这个案，他也要看我们有没有疏失。你们有一个名人与网络涉嫌贩卖1960至1970年代的文件案，以赃物罪跟妨害秘密罪来做调查，是不是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专案停止？可不可以？移送的名称，它不是专案。没有，你们是用这样的一个专案在做大事搜索调查，这是你们的第一天的报告写出来的。国防部的专案可以立刻停止。这个政治作战部是不是有这个专案局？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专案？国防部针对这个案子有一个专案，有这个专案嘛，就是名人与网络涉嫌贩卖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文件案嘛，是不是有这样专案？是有这个专案，这个专案可不可以停止？国防部的行政调查可以停止，但是宪兵指挥部要尊重他们的看法，要可能要由他们来。部长，可不可以把这个专案停止？如果国防部停止的话，他们后面那边除了就看北检那边。好不好？你要去收集可以，那是民间的财产，你要用钱去买可以，你不可以用戒严白色恐怖的手段，在这个以前警总的这种手段，再去对人民这种所谓的钓鱼式的再去，对不对？去取得，这是不合法的，可不可以？是啊，我们不会再做这些事了。好，谢谢。顾立雄委员，那顾立雄委员没有到哈，那我们这次的发言大概都已经结束哈，报告跟询答，那我们再来是要进行处理两个临时提案，请议事人员来先宣读提案。报文会针对台北宪兵队于今年2月19日。无搜索票直闯民宅，滥权搜索并逮捕人侦讯，事后竟拿15000元奖金，企图封口一事，依据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国防部宪兵指挥部应受检察官指挥办案，宪兵署辅助执法角色。本事件已明显逾越法律授权，违法乱纪，引发国人强烈质疑，人权倒退，本会予以强烈谴责，原要求国防部于一周内提出行政惩处名单，以解社会疑虑。提案人刘世芳、蔡世应、陈廷飞、吕孙林、罗志正、王定宇。就这样就好。好，请问一下国防部刚刚的提案。是委员好，是国防部法律事务司的处长，就是最后面那两句哈，查处的机密文件副本应送交本会。没有，我们刚刚删掉了。你来看一下，我们刚刚删掉了，就是把两段话。提出行政惩处名单，后面就没有了，就是改成以解社会疑虑。好，是谢赵委员。可以吗？可以接受哈。好，再来第二案。报文会鉴于国防部不当搜索、扣押民间所存之政治档案，并宣称此为过往因销毁不实而外流之文件，演变成众所瞩目之争议案件。然而，依档案局之侦缉策略。将228美丽岛白色恐怖政治案件档案列为具永久保存价值之政治档案，但如本次事件中个别检举匪谍或台独活动案未经后续起诉调查审判者，以及未构成政治案件者，
却是理解权威统治、政治社会控制所不可或缺之重要历史文件，亦应认定为永久保存之国家档案，原请国防部提供目前国防部及所属单位所保存之此类未构成政治案件之相关档案清册，以及国防部至民间扣押之政治文件清册及处理情形，在档案管理局修正中完成重大政治档案之认定标准前，不得销毁涉列档案。提案人：蔡世应、林长佐、罗志正、刘世芳、王定宇、尤美女。好，这个第二案的临时提案，来请。跟政府报告，有关现在我们的档案都是在依照档案法所规范，所以我们不会做任何的其他的销毁，所以在我们可以完全的配合档案局后续他修正重大政治事件的这个标准之后，我们配合办理，报告完毕。好，那部长就配合办理。好，那配合办理。好，谢谢。那在本次会议委员还有徐祯蔚委员、林俊宪委员，他刚讲过了，没关系，他有听。哦，蔡益瑜委员、徐志荣委员等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那也相关单位以书面在两周内答复。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或需要要求补充资料者，也是请相关单位两周内书面提供。好，各位有没有其他高见的话，那我们就散会，谢谢。